我等下讲。
伊讲吼，我叫高级啊，高级啊，你等下你去甲他讲，高级来追。恁吼，高级讲啊吼，欠我九百九十九块啦。啊，叫伊吼，九月提到吼，啊，提来阮遐请我啦。啊，阮厝吼，住伫高义湾啊，安尼啦，拢讲到啊，伊政府一定会讲到哦。我唔是讲吼。啊，迄、那个到时讲啊，伊政府袂讲，到时啊，从政府我问，就讲伊政府袂讲。啊，结果呢，伊即摆下定呢，拄啊因三官上来吼，伊讲爸爸爸爸有人来追你呢。伊讲啊是啥物人来追我？伊讲吼，毋知四五只人，啊是三十八人咧，安尼啦。啊四五嘛是狗，啊三十嘛是狗，安尼狗用讲。哦，好，你三官是又搁买一个去。啊！你特懂啊！你讲讲讲我本事啊！啊！伊讲安怎弄啊？伊讲吼，你欠伊一千三十块哦。哦，啊！叫你吼，我交会提交爱提现，讲叫你吼，重用这一工吼，爱提去现去咧，啊！重用这个交会提交嘛。啊！伊厝讲大伊吼，八里弯过去，啊，九里弯过去啊，八里弯过去，啊，十里弯过来，安尼啦，懂安尼啦。哦，啊！结果咧，到拢无讲。哎，口都无讲啊！啊，你下阵来到你讲我着赢咧，你个狗只啊吼，啊，真正无法度。我如果讲只只狗吼，啊，一定会到狗，凊彩嘛会讲是狗只咧，结果拢无狗。狗未生狗，伊我从用只是讲，啊，就从用只甲是变做咧。哦，啊，狗你玩就是讲八你玩过来，啊，十你玩过去，哎，我是从牵就是狗你玩吼，啊，拢无讲狗，所以讲作巧。哎，真巧就对啦吼，所以咱人少嘛，蛮上巧哦。爱认路认弯，咸公公啊是公公啊是。啊，你若上巧吼，有人时啊下阵吼，煞变成健康亏啊。啊，有人时啊上巧，到尾啊下阵呢，下无咱家己啊。啊，所以咱日头啊，所要讲的呢，就是守护大肚体，完成主面主上。这是咱福建人自己啊，这个题目给咱老师所。做诶电单机吼，啊内底伊所讲，啊用遮地方咧，啊，哦，咱遮诶教师啊，借即个机会，啊，通大家见面咧，大家互相啊，顺便健康。啊，因为呢，即、這个新中关其实讲啦吼，历年来拢是蒋文书咧讲，啊，甲林宗辉做。啊，其实若要讲呢，是当今人才较好讲，因为蒋文书呢，大部分吼，迄、那个口才拢较真，啊，同我口才拢较真。啊，都那咧开关，那都讲一份啊，啊，你继续讲一份，安尼尔哩吼。但是久无讲吼，就是朋友啦。有人听讲较久的吼，迄、那个基础嘛是深的，安尼吼。啊，所以讲下面呢，我有这个机会啊，大家人才拢在讲吼，啊，就叫你出去讲啦。我来讲，讲就要讲，当着你吼，好啊，真。
简单事情。所以讲，下面呢，这是我正常人啊，哦，这是我认识的人，伊背景战争啊，哦，所以讲咱要有这个机会啊，这是这个。但是呢，咱做事情呢，啊，上方便，哦，真简单就容易做成，啊，感觉呢，无高，这都无高，其实这都呢，是非常的珍贵。啊，你上个阿伯就好，要求做就好，啊，要创啥就好，啊，个性的真大大块，啊，看见咱家己，啊，看见这都的珍贵。哦，所以讲自身自己的经验也无要不紧，哦，所以讲咱人有阵时啊吼，拢会害害，啊会害害就好咧，无要紧来遐讲话啦，啊这都会尊贵变成，互咱内心咧，甲烦恼无解分咧，因为都本来是真尊贵，那当时迄个无老先生所讲的，到处飞弹都宝贵，是拢都是非常宝宝贵，啊，我是若多些人，就要注意会当清净，啊，无像即阵下天咧。差不多啦，哦，为就是呢，你咱请请呢，大呢，啊，规六点到内吼，啊，拢收到啦，收到啦，哦，啊，下是呢，可以七八块钱买，安尼个啦，安尼个嘛，真顺。这个宝贵多，这个尊贵，也无咱个房价大下是呢，无宝贵，哦，所以这都非常的尊敬，怪咱大家做甲无尊重，哦，未输恁个钱呢，恁点这个人，这个这个名气啊，自然之间，咱。我哋所讲嘅多一点多，就是要好好宣传，适合嘅时呢，会当便利用嘅，啊，会当替咱嘅时大天宽大，替咱用到，啊，这是咱应该爱安尼做嘅，这都是叫咱要注意。进前几下时呢，会办单位吼，要求到就爱食大只嘅菜，咱嘛做甲正好嘅，哦，喺咱进下时呢，有阵时啊吼，要去做人讲哦，人太多，啊无人做，其实讲人员太多，甲人好多杀人做了。不过下阵呢，虽然是太多，伊考虑咱的心情啊，去解脱。自然而然，你若肯讲，就会有；你若拢无讲，永远是拢无机会。安尼，哦，啊，所以就我都创造宇宙万物啊，地天地地地万物啊，这个仍然是机会。哦，伊嘛唔知几年。所以讲，拢简单甲讲一个做安尼个，哦，咱拢简单代表甲讲做啦吼。所以我拢承认是我，啊，伊是我认真个，因为知啊，伊一切啊是安尼，哦，所以就其中不管就是安尼做，啊，你唔跟正常创造甲发展，这种上帝个庙，拢是做做下迄个庙，啊，第二庙，你若无认真来用咱人去创造个吼。我讲下阵呢，即个地形遮尔大，啊，唔知要用什么迄机械，唔知要装偌大只，啊，唔知要甲装伫美国，啊，要甲装伫对遮哩，啊，拢无听你讲。啊，伊从始终拢唔听你装，听你装。伊呐，天困就无空气啊，哦，就无空气。啊，咱人若无空气，咱人就袂活。哦，所以做好命，即话拢唔敢天困。所以有人听咱讲呢，上帝主安家，主安天下。哦，真正是样，表面上是上天呢，啊，这都一头主管家主管钱的，啊，主管钱是哦，这可以来提供的，欠钱还会赔钱来，这赔钱是用提供的，提供的是呢，靠着拢讲，阿爸的钱是拢讲台湾，哦，所以讲有阵时啊，啊，上帝恶有阵时，咱有阵时也会做，虽然是看无，不过奇怪，大家的钱投资出来，哦，到下晡投到台湾，啊，无干关，大家都安尼在做。哦，这唔知虾米人发现，咱听咱农民爱讲，这下是呢，救天生之人，天生一人之人，那咱人创造的呢，就是天生，啊，天生咱人的呢，中间有一个关系，哦，大多数名中中万物，啊，一百多名，我拢中中万物，啊，你看见他种悠悠单作，好不？但是咱台湾正啊，做事空间遮尔啊平，哦，像即阵下阵呢，啊，有人遮大就有人遮大，啊，过年来讲，五月节但若无遮，啊，遮看是完全办开，哦，所以讲呢，春天后好变，有人遮大有人遮大，我呾讲个吼，拢袂少，啊，拢袂少，哦，所以下阵呢，伊虽然是无名，但是，啊，我做中央边个办公，啊，迄个办公下阵呢，你甲看，到若冬天，伊就拢打雨。一到春天，伊就搁富裕，哦，伊就搁富裕，非常的好命。虽然是看死字，不过呢，死字不亡啊。虽然是死，而咱咧眼光甲看死命，
要不够金，啊，除非有金，哎，到春天，啊，好几个猪瘟，好多猪瘟，除非是钱，因为都非常重要的，一个金属，哦，所以我们今年非常重要。我们今年用电话做，我唔想今年就因为担心大家唔做啦，所以我等。A 型呢，哎，单产的就搞咱户一个名，安尼，你就上三级的利息。啊，无啦，你妈妈生出来吼，哎，咱也无户名吼，大家都唔要负债名。啊，若负债名呢，你安怎叫？你若无户一个名，咱要安怎甲咱叫？啊，你若在行，我负债名要去做呀，我大家烦恼。哦，所以我就讲，做上三级利息，你才去生出来。咱若叫伊，你个话头发变。哦。所以讲疫情呢，非常好名。啊，所以讲哦，都哪怕改好名，所以讲疫情呢，哎，就是用我安尼啦，哎，免看我头前，看我后边在啦，哎，因为后边我咧是讲吼，因为人家不来，人家全部一点的，哎，因为人家去病院吼，啊，哎，看发烧先啦吼，啊，拄只是来看下，拄着迄，咱迄个房价现在好下好下，不行啦，行啦，去病院啦，啊，就是安尼话，大概出来讲吼。哎，你咧看咱就真整理个呢啊，是免看我后前，看我后边就知啊。哎，我就我平我平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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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回来呢，就是我做皇帝太祖呢，啊，一个正人生死无奈，逆变将军以求福缘，不求出自生死苦海，求成就业福福科。哦，世间人真正的个生死无奈，逆变将军以求福缘，大家家求福缘，求福求寿啦。啊，咱个生死呢无关紧要啦。哦，你若咧求福求寿呢吼，我看吼，有人家后咧寿命也嘛足济呢。哎，迄个到庙吼，迄三千多只钱吼，啊，就飞着吼，哦，遐头只还只讲偌久呢？哎，我十个客头遐是为人好讲，这面我也咧拜拜吼，求人家无沾香就无沾香，有沾香吼，我拢认真哦，想去拜一下，哎，我拢无讲啥，啊，拜拜我拢就来答。哦，你讲迄种庙好难，哪会好难的事，我就真多话你讲。哦，我讲真庙无，我首先来叫俺大叔，我看在哪，在哪。讲较歹个，一个金啊，一个炉啊，啊一个种烧烧个，啊什么都发生。哎，我甚至我都不来接个，啊拢去解放解放，保持健康大趁钱，趁讲少用创钱种，工厂发展大水果计时啊，啊囡仔就安怎样，迄个两面大摊。哎，迄钱用我哩做你个，啊怎讲，三十万就好，国家钱，国家钱，哎，出只钱也我做，哦，哎，真系好难，你若敢做会好难哦，大家帮助啊，啊，啊若无做就好难。爱就解散就去啦，嘛拢病，嘛拢爱关病，看病啊，哦，所以讲疫情呢，世间吼，啊，买多病买，尊敬当然是一定爱甲尊敬，啊，但是病在病买，甚至啊，生死在乎较重，唔怕时间，有啲乜问题，啊，有法子啊，投资患疾病，啊，患疾病啊，人工交换，是干阿在一家求，啊，求伊就好啦，啊，一定较简单，所在叫做钱，啊，唔在叫做病，哦，啊，你多病疫情会重一啲。所以讲，面对呢，啊，咱唔系讲求福气，爱求出于天地苦海。咱今日呢，就是要唱苦海，今日呢，就是求因，多财派好多，即个咱无咱成就呢，即是咱的因缘。哦，三生有缘，五世有缘，啊，唔是干那一点呢，诶，他只要对心无事，咱来跳起个苦海。而咱世间天路经书，啊，是咱个苦海就是，哦，无是行咱的。啊！咱人生呢，哎，进苦海，进苦，足乐的啊，进苦，这个苦海啊，感觉足快乐的。所以讲，人生我讲吼，一句就我讲啊，咱这个大人关到家里遐亲戚吼，甲苦烦遐平安正常安尼。哎，人生人生，我无去啦。哦，啊，我睇着啊，人生人生，因为只吼，哎，正过阿要转去吼，因为家要过过年的时候，我都不去。哎，我车拢塞偌济，对碗头，然后塞到家里，还要塞下来啦。迄若我发现我这条路路面吼，迄若无讲下时就奖金赚吼，迄何我你我就何再何赚钱啦？再我赚钱。啊，我讲你若要多赚，等下下十点才去赚。哦，啊，开车有一个技巧啦，我甲你教。你若发现我当赚，啊，你就先甲使用，跟起来吼，啊，人就懂嘛。
万才能我落贵啊！你等一下等太久了，三万三年三万就来贵啊！安尼，安尼就贵啊！以前我落现开就贵啊！你若无你去等到十点、十一点钟，还佫伫遐等，因车辆吼，塞到床啊，坐遐个。哦，所以讲会叫咱人好，会当然，啊，虽然好，也嘛当然。像你个，像伊我遐好，咱讲个去看免钱，我嘛爱去看。哦，我阿姐开车哪有等啦？好，阿姐开车吼，哎，真好。我说你做囡仔，我就是较歹势啊。哎，若你交感情，你无我不是嘛较聪明。哦，啊，聪明倒落来会呢，拢跳跳火车拢金丝猴，啊，拢机关。啊，我明明倒来都徛在前端，哪会金丝猴啊？安尼，哦，我就安尼开个微信安尼。打机关，我都拢只困在哩，一到就甲动个，啊，安怎变过安尼？哦，迄个关机买也无我知影。火车咧行，咱下面落来有那开火车看咧，啊，最早就来甲放去，安尼就放大下，安尼就变金丝猴啊。这个管理，从来就是讲咱这个管理安尼。哦，这是破的地震啊，真好大啦！啊，唔过世间的人咧，诶，精神堪比啊，干来享受不尽咧。哦，啊，无当钱咧，人家又爱钱咧，啊，咱人拢会真好富好尊啊吼。诶，阿孙啊爱买钱，阿囝爱买钱咧，嘿，阿哥诶，爸爸，哦，从来就讲话人家咧爱钱啦。人死掉吼，我有时啊做咧，诶，起哄啊，就爱人家翕相啦，啊，做一个报，真做个报告啦，吼，我啊有人家问我安怎啊，你明白啊，你吼，也有人家安怎啊。哦，啊，变成比较是吼，看看吼，啊，人客人吼，是讲安尼聊天哩，讲吼，迄精神层面，干来享受目前物质，干享受透无钱。哦，所以咱今仔时阵才会无共款，咱较袂好。哦，咱较袂好，因为咱精神霸上，咱有真理的教育，精神袂层面，咱就知影讲世间就是苦，无像咱的，啊，无像咱的，咱爱追求真理，啊，追求真理，啊，好啊，追求真理去诶。去度人救人，啊，提升咱家己，就该把这队咱头先要，无而且是拢苦海的。哦，啊，你若该享受有钱，哦，享受到尾啊呢，持续性烦恼就多啊。无钱较袂烦恼，啊，我无钱都烦恼要创啥？哦，有够歹的人就袂烦恼，囡仔有钱才会烦恼，囡仔是有够歹的就烦恼，啊，持续性伊也不靠烦恼。因咱暂时来袂听咧，啊，这是在要做面对咧，哦，所以讲现时阵吼，伊烦恼是变多啦吼，所以讲现时咧，啊，个人就拢烦恼个人，唔知啊，哦，啊，所以讲现时咧，咱诶，精神啊，放松，有诶就持续，啊，持续就上当，哦，啊，你若干享受物质，诶，到尾精神抗拒，啊，精神抗拒咧，啊，问题有人家家内问题会产生，啊，产生会现时就吵袂开，啊，就吵要跳啦。哦，所以讲以前呢，有过去无我捌讲过，啊，电视也捌做过。迄香港吼，啊，细种的，安尼过来用安怎是正规甲跳？迄人像咱安怎像？迄人戆干的啦，你啊直接开袂了安尼，食过来几粒嘛，嘛袂了啊，太要跳落啦安尼啦。迄人是无钱要跳，正经无钱袂去跳，哎，哦，啊有钱以前呢，迄太要跳太遐戆，哎，所以讲有精神抗拒啊，我甲讲精神抗拒啊，所以讲伊也是做袂开，只有某一方面。啊，下面的不足，只是讲的。哎，咱有修行的人，咱拢话就讲呢，啊，人生救大尔，无像咱的啦。哦，好啊，修行，好啊，大救人，啊，到咱当时的时呢，啊，当然地方，嘛去做人的艰苦安尼。哦，所以咱精神饱满，自然就会去，哎，上袂开，啊，就上袂开。所以讲，下面咱的修行内面，福和苦，要求福，是咱真简单啦。哦，要求福，还靠咱，靠咱大家，哎，靠咱家己去行啦，吼。接下来呢，用道之宗旨，做社会守护大道体。所以讲呢，咱来用道之宗旨啦吼。道的宗旨呢，爱做守护。诶，咱的这宗旨，这就是大道体就是。咱买讲到一贯道宗，诶，宗的一贯道，哦，咱就诶，讲咱家己，哦，讲咱只个恁的机关官，咱的行政上，这就是一个大道体，哦。做些大道体，啊，这大道体的真呢，真无容易才建立，哦，正在讲的真呢，非常的尊贵，啊，非常的尊贵，哦，你看我从七十八年买土地，啊，开始的真呢，啊，七十九年的真呢开始要申请，哦，啊，本来我做七十九年的真呢，政府颁布的命令，啊，每年十公顷的限制，咱只我做申请五年，建设六年，啊，这个税关过程。对买地啊，到下阵的起开的之间，动用了十出头年的迄个当中，今仔了有执行咱的正常的迄个存在，
啊，这就是咱的精神的那个象征啊，精神的象征啊。哦，所以讲眼睛，这就是咱的大体，啊，咱的大体。啊，这刀呢，代表啊，正派，这个是正派形象，正派就是代表刀。啊，那么这个正派呢，就是要引导那个沿海家族的尊家，会当祝福伊康养到这个时间。哦，无强加眼睛呢，去迷失方向。所以咱有一个精神的象征，这个大主体就是咱的自由性能，咱的目标就是伫遮，咱的修行才会去行了自由路，哦，才会行了自由路。这是咱的代表的主体的啊，咱若行了自由路，看到这条正塔，自然自然的知影哎，归遮行就是对啊，哦，归遮行就是偏向去啊。所以讲一定呢，互咱有一个目标，很多去追寻。啊，那么九号呢，九号就是咱大家，九号就是咱大家啊。咱大家呢，因为一个九号者呢，爱尽忠职守，不怕外来考验。咱算因为呢，啊，这个九号者，咱一定呢，啊，爱尽忠职守，哦，大家爱尽忠职守，哦，这就是咱大团体，不容易建立的，啊，大家爱一定呢，好好啊，大家爱笑，啊，好好啊，大家爱笑，哦。唔同嘅时阵咧，啊，无关心了，无关心。虽然是个人嘅造作，大家下阵咧烦恼真正方便，啊，大家真拍拼。不过咧，重心唔在阮那边，因为这无重心就无咱个人，所以咱爱有迄个重心，有做起来使。啊，咱爱，迄个观念，迄个爱健康，所以讲下阵咧，咱大家啊，爱是重心就向外来考验，哦，有种种嘅考验。咱拢会真呢，啊，真心诚实而且，诶，咱着负起称呼，诶，咱着受过真理的教育，咱知影会真呢，啥物叫做考验，经过是多人咧诽谤，人咧掠，咱着一路行来，诶，到现在啊，啊，咱着无去哦，退去啊，那么会真咱较有惊，啊，即、這个公方保护啊，所以讲咱毋通惊怕，毋通着，冲过火啊，毋免着光明啊吼，迄路我是把咱惊来啦。啊，云南开变做好听啊！吼、哦，现在甲冲花费就变做进攻型啊！所以讲，最重要是重视就是我教化庄，接受迄个考验。以前呢，人间考验，以前武力标杆，做对到对到信心不坚的人，会达成一个目标。所以讲，以前咱就是重视就，就袂惊考验，嘛唔惊人间考验。现在修行还有些修行的，迄个劲。啊，咱的品格一定要提升，唔通修修到下阵呢，无成一个修行人，哦，为讲迄食菜啊，哦，遐看住遐食菜啊，哦，迄食菜啊，甲食菜差多济呢，哦，迄食啊食菜啊，甲食菜差多济，哦，人某人咧修行，迄人迄唔只是咧食菜，人迄唔只是咧修行，哦，迄无好听咧，迄就是伊吼，心到文质彬彬，对人真好，人嘅品格吼，做了真受人肯定，哎，若皇宫下阵哦，啊，遐食菜啊。这人格就无得啊！就是你修炼不是会先参参斤斤计较啊，无发出迄个慈悲心哦。所以讲会先呢，方言讲道遐尔啊尊贵，讲遐尔啊尊贵，真理遐尔啊好。啊，若像你修的哪有遐遐尔啊好？哦，有人家那个心破还是这道的迄个尊贵，引领方道归道方便啊。这都是咱人到封建的，道的尊贵就是咱人做出来。啊，咱人啊，下生也做了唔好，但有人也无讲咱人唔好，但讲迄个道呢无解好，啊，啊无家家家好啊，某人下生呢修养久啊，较太安尼啊，哦，自然而然呢，人含迄道都互咱家败坏去，哦，所以下生呢，咱来做，哦，咱来做一个标杆，啊，目标方法，既然修行还有一个道结，啊，修行还有一个啊修行的迄个境界在，哦，咱下生呢啊修行。含迄做计都无，哦，我社会人不是下阵呢，啊，甲咱下阵踢球，哦，为求子下阵呢，啊，休假呢，家庭下阵呢，新妇甲大官呢，大姐官呢，较袂好做，哦，这嘛当然，这有人家做，咱做中都办啊成着。所以讲，今仔种话我正讲，咱今仔是修行，今仔是奉业，啊，有人家下阵呢，做做鬼人。啊，观念一定要改变，做好辈的人一定要尊重咱这个长辈，哦，无一定会变成有人家社会的问题产生出来，社会的问题有人家造成产生出来，哦，
啊，做这问题产生出来呢，你若有人家家庭幸福呢，无好面就看呢，咱就讲讲迄多话就贵啦，迄位家庭拢咧受孕啦，啊，受到了番家庭官安尼袂好啦，家庭幸福咧袂好啦，哦，啊，讲讲多话就贵啊，话，啊，咱的经济就无结实，哦，啊，所以讲下阵呢，话嘛现在讲，咱这是从迄观念发展，咱爱认真动作就咱的幸福，动作多正看待，啊，别人唔知啦。那何况呢？我对我的丈夫比左更憨。现在你哪有这个观念？因为阮丈夫是要插我电视人的呢，伊大日就爱煮饭呢，煮饭吃坐无坐就偏吃呢，爱搞翻大头呢，扫地呢，又拖脚呢，这是要插我电视人的。我若无对好，有天也搬厝吼，然后就爱变拖拖老命。哎，啊，阮左更下边呢，爱甲教我好势。你凡你过去办，过去人家，你的大家官当作你是大人，因为你凡你要参与上是死人的哦。恁两个若有代沟呢，有人家你管家庭，一个面患疾病，一个面患疾病哦，安尼过就是痛苦嘛。哦，这个观念啊，爱改变。安做是大人的，这个观念，唔好再讲讲恁老囝，老囝学到进步较济，老囝讲较少。阮老囝好，我认真个吼，包一包红包呢，哦，啊哦，不管。我都爱寄物件回来呢吼，恁就无请你哦。我安尼宽裕三十年，都无学到半。恁大囝安尼是会回来到地安尼，一般正常都做两万。啊，迄下我宽裕差不差一只毛毛钱，安尼就有效。哦，其实讲但不长，心腹宽裕来寄叫做有效，大囝宽裕来寄叫做呢得父母之恩呐，因为心腹他们伊无。但无生也无养啊，因为吼，伊看到咱只系叫做啥？啊，咱老家咱下边呢，是伊家二十年呢，啊，伊看到咱只系唔好，迄叫做报答父母的恩情啊。而咱一般下边呢，当不要讲太话钱钱呢，刚好会趁钱，咱更快来嘅，安尼嘅，咱更快来。迄个咱南部的观念，就讲计等就无车呢，哦，诶，我看从北部较多。一百步下田呢，你若甲娶查某个吼，一罐头讲起做啥，罐头讲到查某头，出来讲现实下哩，无咱查某太歹钱个，哦，一下田就喺南部阿个民主，现在无钱嘛，少人钱，安尼计生就无食，哦，一下子个乡住阿老个多食下田呢，桥下阿多食，安尼烦恼个，哦，为着民主呢，佮老家甲计一堆钱呢，我即马就浪费啊，本来我做好过，即马歹过啊，哦。所以讲，下阵迄个观念有时啊爱健康，咱一定动作咱的身躯，甲动作咱的左脚来看待，咱的左脚甲教育继续办下，动作你的大器官，甲动作你的心脏来看待。哦，无下阵唔通再讲恁多恁恁左脚啊，为政府讲恁左脚外用吼，真正啊两万，人家讲你要看到嘛，唔知啊。所以讲有效的左脚路线，是多咧要唔得只，一要会断啦。哎，啊不好的身躯三顿少啦吼。所以讲，以前的起物事就拢爱咧，所以讲，咱的观念必定爱改变。这个家庭原则要圆满，啊，这个家庭原则要圆满。所以修行修到家庭要圆满，可怜哦，这真正可怜。啊，付出比他花的钱呢，啊，你改传统上，啊，你若讲起做修行人，讲话做正派啦，啊，两个单身汉，啊，不是赚了十几个啦，安尼。哦，所以讲以前呢，那安尼呢，你甲我讲多话多贵，什么人要钱啊？哦，希望以前呢。老一辈观念也爱改，啊，少年人也爱改，有几廿十年啊，哎，了啊修，了啊改，了啊改变，因为咱是服务的，下一个精神，发出慈悲，咱就对别人真慈悲啊，是安怎对咱家己的人的慈悲，嘿，我就唔相信啊，哦，哎，我就看无啊，哎，拢拢假啊，吼，哦，对外人礼貌都好，哦，咱也念佛啊，嘿，感谢慈悲哦，感谢本师哦，安尼啊。等到第三个我了，就话超变起来了，安尼啦，哦，我哎呀，唔好计，只要唔好少计啊，哦，所以讲以前呢，家庭嘅相处啊，包括年轻啦，啊，修行，这种是正确啦，唔是干啦，一下讲大讲道理，安叫做修行是啊，哦，太年疏疏脚步，这种唔是修行嘅一种，哦，所以讲只系足足诶，这真重要啦，哦，不过咧，第一呢，修道人爱有。大道体的迄个思想精神，所以修修行人呢，爱有迄个大道体的精神。啊，中心就是咱的象征。啊，咱中心甲足地不足，足地还阁做无够。啊，天上的天呢，啊，咱建设甲遮尔啊好势，但是空间真济，
哦，刚才咱电视的时头，诶、有画三字迄、那个正三字迄、那个图书馆，啊，即阵拢空空啦，哦，哦，我拢下阵啊，见到恁来来吼，啊，互我拢唔敢甲拖延咧，有阮只狗仔吼，伊上个即个图书馆唔知摆些安怎，互我拢甲讲吼，诶、真歹势啦，啊，拄我好吼，迄、那个迄贷款不足啦，所以我即间咧较暂时，啊，佫空空啦，安尼啦吼，即间空空啦，啊，总有一间吼，有哪会反省啦，安尼啦吼。哦，啊，互我嘛一单拢唔敢拖去，哎，啊，我嘛爱看爱看咧好，哎，若我有咧贷款啊，讲吼，啊，这个无解决，无这互我来直接安尼好，爱来甲办。哦，咱但是即间应该要咧办啦吼，办啊办，等啊等，总有一间就会完成啦吼。所以我认为这代表性吼，咱虽然呢，哎，个人办了真好，但是代表性咱爱顾。哦，虽然是各单位拢认定十个月，哎。咱只中心的开支，咱中心也无直接赚拢无。咱的开支的钱呢，拢由各单位啊调拨过，诶，这个汇过来，咱这中心哦，够足够够用安尼，哦，安尼尔尔。但是咱若要特别来关心，啊，特别来照顾，啊，特别有迄中心的思想哦，有阵时啊哦，我讲吼，参考民主，并且诶主诶主要文化政策，从经济学上是利用，只有天马家庭。不停改变哦，市道甲市场乱，你市场若要解关心，啊，干那互伊食，伊搭就去食，啊，若喺市道甲市场有啥物差别，有啥物差别啊？市道有阵时啊，会去逐日啊，甲洗身躯，就去甲外头走，就去甲店，哦，买市场无遐尔认真啦，哦，啊，你中心认真若无逐个吼，你、哦、观念上，哦，无认真咧，啊，好好啊来甲伊支持，好好甲伊关照。这个中心会真不容易建立的，哦，干那为大家安尼做种咧拍拼，啊，为了个人咧拍拼，虽然是种咧拍拼啦，不过精神的象征呢，绝对会真咧袂使无用，无中心无咱就无咱个人啦，哦，这是啊真重要啦，这是要做啦吼。这个观念吼，毕竟，哎，是建立咱这个观念啦吼。因为咱这个观念是正确，咱修道呢，人家这个观念呢。无正确，啊，观念上无正确。你若观念上呢，无正确，啊，是真危险啦吼，真危险。哦，啊，什么叫做正确的路呢？啊，所以讲，一条路足歹，一条条，千千万万条。哦，在咱的面前呢，其实讲啊，千千万万条，啊，唔知要跟对条哪路啦吼。所以讲，其实呢，咱讲危险呢，拄啊好两条路啦，啊，虽然是千千万万条，但是咱讲危险起呢，拄啊有两条尔。第一条呢，真理；啊，第二条呢，就是名利、名家利啦，安尼。哦，虽然是千，是咱目前千万条，但是较主要个，较做这两条咯，真理啊，甲名利。咱今仔日是追求真理，哦，啊，一条下阵呢，为着名、名家利，哦，名家利。但是咱这阵下阵呢，啊，对这个名家利呢，有阵时啊，咧这边呐，我看较淡薄啦。哦，拢看较淡薄。啊，真理下阵呢，爱好好啊，啊去认识。虽然是这个道，有些道理安尼在听，感觉有阵时啊呢，真理无遮尔熟悉，什么叫做唔知影？修到尾后，有阵时啊变质，啊，观念偏差，反倒败阵，反倒败了认真啊，啊，反倒败阵，反倒败认真啊。哦，一面有话，有阵时啊讲面话，无啥欢喜，哎，破口狂话，处事不留情，只有留情处，哎，这个就败了。要栽培一个人，事情也真简单；要有一个人好修行，真简单。每句话，安尼有阵时就无变出来啊。哦，所以有阵时在修行，接受真理的教育，咱的观念上一定爱正确，啊，观念上一定爱正确。哦，对真理的时阵，爱天地而去认识，爱好啊去做，好啊去修。今仔咱的职责就是度人救人，咱的目标甲宗旨，大天宽大，天天成道，叫我做培养进步的。好，因为咱人生干呐有道，必须爱去有德。你若有光荣光啦，啊，光荣光，如拿天水上上光啦，啊，所以我爱做德，爱配合啊。你若干呐有德，无道之后不自用，到尾啊终归是见阳光。哦，你所讲道甲德一定浪费啊。今日做完这条，咱爱从咱的内心，爱助人救人，天公接德。哦，不过咱的慈悲心就是块光德。啊，我讲着，安尼下阵呢，拯救别人，其实也是拯救家己啦。哦，所以讲，迄个真理呢，爱天地而认识。哦，啊，所以下阵，这个火车虽然免不了，会下阵拢还佫对这名利啊，看真重，命较是看真重个。哦，
将军，他对这事呢啊是将军，有人家建议就无义，哦建议无义。啊，所以有人家呢，咱市民人无爱常在讲，市民人呢，拄好下时呢啊，老敬业、敬情啊、敬义，哦，是安怎敬业呢？因为咱食素食，常常食无同款，毋是路边摊如果逐家都会食是啦，哦，咱就按素食会食是安尼尔，因为咱食素食人也是敬业。啊，敬虔呢，咱的穿衫呢，拢穿啊真真好势啦吼，拢无穿啊像安尼吼，社会安尼配红溜溜，啊挂衫下身挂好像咧挂标裤啦吼，哦，拢简单淡妆啦吼，啊穿啊真朴素，这是咱下身的志愿人的象征啦吼，大家下身的的境界吼，拢穿啊真好啦，所以讲爱敬虔。啊，敬道呢，参加完敬道呢，我讲若要做吼，做好就管也好，做无就管也好，安尼啦，哦。那话的时阵，做一寡吼较好赚的生意吼，啊变成有人时爱讲话吼，有人时啊拢过劲吼，有人时啊讲吼，我是捌听伊电台咧讲的吼，这袂好，这健康食品的吼。伊讲吼，啊保养品嘛有公斤无卡，伊就袂去健康食品了，你睇讲保养品有公斤，保养品无公斤啦，因为你个碳酸都偌济啦，哦，你是电台咧讲的时阵，你是灌油啊？一台本钱都无偌济，啊！你讲我一罐钱，我甲听听拢好两千啦，哦，大部拢两千啦，因为阮计个一个吼，迄电台伊块食，可能食十几年，迄食我好食三十万啦，我可能啊，啊！即摆有人去老王面馆做啲运动啦吼，啊！迄老王面馆吼，就拢有迄个按摩的啦，啊！脚踏拢迄个运动的器材啦，啊，拢是，我可能啊，吼，伊较常讲吼，伊健康食品食足济，食二十外万啦，安尼啦。我安怎样啦？你是安怎讲？伊个生安怎来就对啦。啊，食上我有食就好啦，啊无食就不来安尼啦，我嘛安尼就治疗啊。所以现在人家咧做这吼，真好听，叫做健康食品。健康食品就是保养，比较健康的食，是吧？哦，你是比较健康的食，这病人食吼有啥用效啦？哎，就是健康食品，有人一病病就无啥用效，都讲健康食品。哦，迄是叫你保养健康人，你食，迄互你食无啥感觉的，哎，就叫做健康食品啦。哦，啊，若卖单头迄吼，咱嘛甲恁争较多些，但是卖单头，啊卖单头是袂单头啊，伊是迄种炸鸡啊，拢是个啊，啊又是做单啊，啊你若拢爱去食迄吼，可以做做啊，啊两面就是老筋啊，啊就食袂老啊，臭的。哦，啊叫做卖单头，袂单头啊，咱嘛不简单，迄是咱爱食啊，安尼尔，哦。啊，所以讲下天呢，啊，所以咱是在讲讲奉献，因为咱趁钱就未使讲奉献，哦，不过你做啥物行业嘛就是，哦，咱有人家拢未使叫危险奉献，就啊，你下天呢，你拢趁钱啊，啊，即个人家嘛奉献，你若个人家有奉献，就是你买来互伊食，啊，就是叫关系互伊拢无人趁，哦，啊，佫有分的，其他人袂歹，安尼叫做做奉献，如果你都袂互伊，佫甲趁钱，啊，佫甲讲迄是奉献吼，哎，下天迄个。还要做些些考验啊！你个点点无食，到底咱全部先食还是奉献？不能食奉献，下边个趁钱，下边主人讲下边奉献，你奉献下边趁，趁钱下边趁，即个就好了，即个真唔得，唔得唔好噶，哦。所以讲下边咧，即个方面，即个两样东西是考验嘅，太难了。好好啊，下天呢，修一步啊，学一步啊，改一步啊。
为着名，甲伊咱拢会晓讲啦吼。世间在，世间钱赚到无少，无当用啦。哦，啊，世间的钱拢互你赚，到尾也蛮空的。不过现今的社会，而且世间现今吼，无钱的真真无路呢。哦，无钱真无，这是做现今的代志呢，安尼呢。哦，为着家庭起家吼，这下阵呢，无赚也袂使呢。过去的时阵，老实咧钱咧存过来吼，讲伊老呢，啊，伊只讲迄阵贪，迄阵无共款呢，迄阵无钱花拢有钱呢，啊，无价值蛋拢无个钱做呢，啊，农炮灰下阵唔免食个蛋拢唔免呢，迄阵拢唔免开钱呢，啊，迄阵无共，迄阵无赚吼，迄门头炮灰，拢何止无赚，啊，无讲啊，就电做啊咧行，电费啊咧领蛋吼，迄拢要钱呢，啊，即摆拢迄个科学化吼，所以讲下阵就要钱。所以說現今的社會是這樣，但是我們賺的錢要心安理得，我們賺的錢要先講究一下，這是我現今的有那個意義的事情，這是很重要的，我們來看，不管是貪求便利，他好奇是我們的心理，這就是什麼呢？把握我們的心靈的運動，這啦，把握我們的心靈，我們的心靈哪麻煩啊，哪麻煩便利啊，那就是那個这个便利啊，就咱就巴西咱的，咱的经验就是，所以讲以前现在就毒就是，咱的行毒啊，啊就要嚼，我讲是对个，哦，还到尾是可以，哦，所以人呢，如追求真理，就哪有地位啊，有地位就哪追，哦，如有地位呢，就哪追求真理，这是人做的循环啦，一定是人的循环，因为这是地位出来，啊，是咱哪追求真理，啊。好好啊，一心求好啊，这就是一个成就。哦，如果一个人呢，若愈追求便利呢，伊就愈无奈。哦，便利哪追求，伊就哪无奈。真正的钱呢，哪袂有人吃哦？本来是真诚心，有人吃含面头会讲会出来安尼呢。哦，讲干爽干爽的吼，有干爽真爽，有人吃吼。啊，你若看伊了出来吼，迄下阵有人吃咧讲吼，迄个鼻塞有人吃咧讲。我听听讲好，伊做毛到名，伊讲较乖咧。哦，你若无我若要做这做这这生意，我唔来做麻烦。哎，你若只老人我烦，我大家讲拢算命。哎，我这叫做咧是算命，伊讲好，我了靠住人啊，咩解释咧，人拢唔捌。我讲咩解释咧，讲起大多好好算命哦。啊，实在无拢算命，啊侪人哦，安尼啦。啊，你若只话讲算命，你我当唔好，啊都讲讲安怎安怎好啊，我知啊，哎我其他人。我咧叫，我叫叫拢个自己啦，啊自己拢袂晓袂晓啦，哦，啊所以讲下面你用心食啦，啊自己最好啦，哦，旁边头尾白讲袂出来，哦，所以讲有阵时吼，咱参社会较无同款啦，哦，咱拢认真嘞，啊，拢有迄种嘅存在，认真嘅存在，所以讲咱拢较唔敢学别讲，啊，敢像迄外口嘅娱乐团嘞吼，迄只是袂晓袂食，啊讲较好话啦，咱拢较认真，拢较认真，哦。所以讲咧，如果只人哪追求便利，就会哪无卖；如无卖咧，就会哪追求便利。无卖嘛，伊在哪里追？啊，哪追哪爱咧追啊咧，就太好赚咧。哦，啊，不好赚，不我咪占住咧，哎，按我讲，按我讲，哦。所以讲，这是工作的宣传啦。所以一个球员，球员的工作咧，爱建立健康的观念，再来建立健康的观念。所以，这个正常的道理，就爱专注真理在做，这个是正常的道理。所以咱国家会啊，有咱爱专注这个真理啊在做，这个会让咱超前了解了。实际上，咱爱做啦，哦，但是呢，切记注意啦，哦，啊，做完就好啦，哦。唔通过头认真嘅，无讲去追求啦，啊，变成认真嘅，我唔当就业，啊，到尾就变关键。第三呢，就业嘅理念爱有诚信，才稳重啦。咱就业嘅迄理念爱诚信。哦，有人认真嘞，无认真，啊，有人无认真，哦，你若若无认真，有人家都容易动摇，啊，都容易动摇，哦，要做个信仰嘞，爱公正忠信，啊，爱真公正，再信仰爱公正正，重重认真啊，重要认真重要，哦。第二嘞，完成使命，哦，责任心，啊，正如嘞，民主所讲嘞，付出天下有责任，有义责任啊。正所天下有志者，有志之士啊！你这个，这企业认知自己的迄个精神，这是责任心嘛？哦，爱好啊，就稳定啊，当时咧面对的时阵咧，
边大条的、中条的、小条的，啊，规日早会真贵海市呢。所以讲会真贵，咱的百姓啊，种啥啊，做大水，啊，落雨做大水会叫淹死。所以讲会真惊人啊，治水，经过伊的门口三摆无运，即种的精神呢，啊，十分好啊。所以讲会真遐尼死嘛，叫无精神，这咱就爱提出咱的精神啊，直接训练咱年纪自己的精神。不然遐尼死嘛是痛苦，是真系痛苦。哎，快些啊！要水啊，咱就赶紧就无起来，无哎。啊，所以爱尽咱自分，哎，祈祷下面的地方啊，来做，这叫做正念心。因为咱咧修行，那在做咱做下时呢，啊，就爱学啊，就古地之间的精神，赶紧做人救人。啊，兄弟姊妹，啊，在这个世间里面嘛，这就是哦，咱看得真痛苦，啊，咱看真痛苦。所以讲，咱赶紧改救我一朵花，啊，救我一朵花，是吧？第二呢，主民干，先如前主所讲的，坚信主民，主先知甲无知，也主先甲甲无干也，以天民之先甲者也，以将以主做甲主民也，非以甲事，以随也。所以讲呢，爱是用主所讲的，现在要现在所讲这坚信主甲主民干，先从天信主诶主民，主先知先甲者。上天咱拢是上天创造咱，啊，咱人一定是所上天哎创造的，啊，上天生咱的，哦，天性自然，所以咧咱先知先知先觉，对迄个唔知啊到知，哦，对咱温柔不主动唔知啊做，啊到后日知做，对唔知到知，啊知就唔知啊就变成觉啦，啊成觉面前的教育啊教学教，啊不成觉教学教，知啊报应唔知知。哦，安尼叫做自私心啦。啊，你若敢知，哦，知是本性，啊，唔清楚，安尼就自私啦。哦，无方便啦，就只袂清楚。哦，啊，所以咱知影，爱好唔知知，好康的爱造就。哦，所以遐是起码，大家都会珍惜，啊，都会遐通修行，反正都会当培养的，诶，面貌。哦，所以以天民之正觉者呀，哦，伊就是解义，解义上天无难的。啊，上天无这个变化呢，啊，会当互伊，会当先了解，哦，了解这个事，咱了解了后，再把迄个存在做复杂，啊，第一做的尊重，啊，做伊知影，哦，人是多，人是上天教的，教伊的，爱护到啥物啦，哦，咱不能先知先觉，但我上天教咱讲的哦，哦，所以我咱唔好不知不觉，哦，所以上天啊，教法。但是他是第二呢，他是讲做不卖了，不做不卖了哦。第二呢，不推广，啊，不推广哦。其他道理，我暂时先讲先讲公仔讲哦。第二不推广，不推广，简单讲就是无听无听事啦哦。啊，修行面的第一，不推三不多事，所以修行面的第二，第二就是呢，啊，不听在其他。真正会开心，好、哦，你若真在是黑，你就是袂开心。为了要请讲师，啊、哦，我人啊，来我讲一遍，伊若无请求，用三四三求啊。啊，伊若有请求呢，这个会来接受治疗啦。哦，伊有真在是黑，伊自然就会开心啦。哦，咱请下阵呢，诶，做老师，老师安尼教徒子安尼呢，教起人家做安尼是拢无错。啊，所以讲下天呢，迄钱内底就无物件，啊无钱头我做啊，要去搭钱啦，安尼啊，啊所以我就爱去充钱啦，啊就去充钱，哦，这种是安尼啦吼，啊唔通说爱多，多解，佮多解，这拢袂使吼，无做得下要佮多解吼，反过来呢，做一个建筑啦，一年一个五分钟尔吼，健全的智慧，健全的内心，就是有正见，一个保有优良健全的正见，就不能发出。发挥有咱的迄个力量，行动甲力量啦吼。所以咱健全的智慧，甲健全的内心，咱有健全的智慧，甲健全的内心。哦，咱有健全的智慧，甲健全的内心呢，自然自然就性格。哦，咱的自然的品格就提升。哦，因为你有智慧，啊加有迄个内心是个，自然咱的人格就提升啊。啊，咱的品格就提升。啊，假如呢，一个人呢。那么有优良健全的境界呢，就不能发挥有咱的行动力。
因为呢，你都无优良健全的性格啊，你都无智慧，啊无道心啊，心都无是道理啊，无是真理啊，自然无迄个优良的健全的性格哦，你的心品质都还阁无够，啊做了都无好，自然呢，你都无迄个营养，啊你迄无迄个营养就无法当心发挥啊，哦，你去大人，你就看袂到啊。你都无法大间讲，哦，有人家爱甲你讲呢，你有人家都还阁唔重视，搞大人救人，做公正，凡事会超前了事，有人家是还阁咧未慢呢，又到过来十年，就讲，啊，就安尼讲，唔知有听无咧，哦，所以讲吼，又过来十年，啊，就到讲唔知有听无，千金万叹啊，千金万叹，哎，遐正经，前头都是拢甲你讲啊，咱若好啊做，自然钱，大家拢会成就啦，大家拢自然会成就，哦。所以讲，以前呢，咱爱有修养的境界，但不能无修养，就我讲，我就这个唔得的用的，无那个心度，叫你去做啦，人歹做，啊你去做做，啊人看有当做，咱再无当做，哦，以后你若肯讲，啊讲有，更加好，啊无你，哎讲无啊无了解，哦，应该是我的心啦吼，力量是，咱的力量是由境界、自性、道中者形成，迄力量由咱的品质。哦，啊，咱个行动去做，啊，去踏踏实地去做，这种才做成做，先行出来。哦，由地位先完咱个政策，由咱个地位才有法形成咱个政策。哦，由行动才有法发出咱个行动。你若无行动，你是行动呢走未出来，行动走未出来。行动才能呢畅快。哦，自然呢，你若会当爱做，自然咱个做上做富，自然就会大，就会扩建就会大。用理用情啊，合一，会制作，这就是用理用情的迄个制作会，啊，用理爱当发挥咱的用情，这两下合一呢，才有法当产生迄个制作会，或者，还佫谈甚物修行阶级，依何做这关键？哦，你若无只，无产生迄个智慧，无迄个道心，用理用情无法当下生的时间，无法当制作，那安尼过啊只拢免讲，变作形塑阶级这个免讲，啊，甚至合。修好啦，完成任务，你都无迄个能力，啊，所以会整体完成，整体完成多面，靠咱大家，一日天不变，地不变，哦，上天的心呢，是来安尼，天主圣心是来甲咱鼓励，啊，叫咱的心呢，好好护心，赶紧大天传啦，切切成就，赶紧完成啊，这个任务，祝每一个兄弟姊妹，大家都会当啊，全部做到，哦，这是上重要，这责任拢。咱每一个人是咱每一个人的迄个心中啦吼，所以我希望咱大家即个新春呢，大家快马加鞭，赶紧助人救人这是咱应该爱做的迄个职责甲使命啦吼。所以讲，今日话讲到遮，有不足之处呢，嘛，因为遮份书各位今年大家会当体谅啦吼，会当甲互我指正奉祝各位身体健康旺健。感谢你的支持，编辑郑松、朱少松。坐下。那回想刚才的一个样子，感恩主力感谢。安哥一再次同意，谢谢江夏。这样子的话，我感恩谢修好谢大哥配，然后我也谢苏苗老板配齐。就刚刚上上下达到的上游上下啊，所以咱们谢超市非常紧张，所以一开始啊，我从咱这个人是下转，所以啊，上下的大家你讲在一定爱注意这件代志。那所以咱时间的关系啊。直接咱会当进入去了第三节课，那第三节课就是由咱李江老师主讲，咱从第一开始，那所以咱今晚记得绝对香香来与咱。
恁在座各位领袖，各位大将、各位官叔，祝您今年百姓大家午安，平安是午安。今天真欢喜，新春过了无外久，当中的好，带出来新春喜用版。那么当然，咱的上来是重要的精神来底，咱就是这健康的身体啊，健康的心理，大家含这心理啊，这方面一切都注定的，拢会感谢了天主。也當然時間上十幾年嘛，一邊來跟住這時間大概快一點點而已，所以不介意啊，我阿叔感謝啊，感謝啊，用錢啊用錢就是個感恩，啊，當有意思，咱大家同心啊，要感用錢是感恩，感恩什麼會？感恩咱其他大家有這個心情啊，上天慈悲啊，都感恩這個主人啊，這個。过去的经验，现在的迷茫思维都好怪。啊，你讲伫修炼的当中，哎，安尼慢慢啊摸，慢慢啊摸索，无前提是要指引，无人去甲你鼓励，无做些些个念动动作，拢是家己自发心去咧做。但是家己一切一切，因今来到世间，大家反应是一个结晶。所以讲结晶是用心来甲讲，用心的实相来甲讲是结晶。那当然，咱这个心，咱也摸索不着，讲抓袂着，咱会感觉讲，这人世间其实是假。所以，咱要用一个中观的立场去咧甲看，其实无真无假。啊，世间就是世间，啊，大家就是咧到世间走一转，每个人都不一样。啊，大家拢有伊的心理状态，大家拢有伊的心理想法，拢有伊的思想，有伊的个人。简单讲，是个人的内在，拢有伊个人的脾气。伊的心理安怎想，无人知，无人有法度去甲掌握，嘛无人有法度去控制，嘛无人有法度去讲叫伊就一定安怎想。但是，现象，咱家己会当甲家己讲，咱要想什么话，咱要做什么话，咱要行什么话，只能家己当家己讲。啊，都诸佛菩萨进来到世间，一人叫咱养成习气，真正是在一直咧过程当中，真正是咧修养。现在是在在了完，现在是在在天空一点，希望叫咩东南，作这个必经必的，是啊，就是讲要回归到伊迄个修一个真正的一个本性之，哦，所以真正来讲，一万劫而重要，万劫而重要，以后开始经修来的人世间的真情，达到下去了后。成就了伟大的事业，成就了伟大的成果。啊，那因成就了，当然也无无人。迄时运转上天，伊无无人，伊讲迄个道运转是咱火体。啊，比火体话难免，比火体咱大家知影，火体修行修行困难多，因为如汝讲讲，即是叫做火力在炼。在火中的代言会是困难，比在污泥中的代言会的困难度更更大，不然会了，更大不然会。污泥中的代言会也是讲真困难，啊，你从过去出家上就难，出污泥基本上虽然人是世俗，也肉体，也这个身躯带入，咱的心意识会不清净，带贪嗔痴的杂毒因，但是伊发个是真的，是非真的。因为是出家之人，在这清净的所在也修，所以佛教的发达宗教是用念佛、思维不停，用念佛来做一个容易平静心，发到清净清淡。啊，我们佛教，那开始会念修行，会念修行，那不是了解，不是了解，讲幸福是按包容，要这肉发社会。爱赚钱，爱食饭，爱娶某，爱赚钱，爱富，爱增加利益，爱去提一切，爱上班，啊，当然是事的当中就一定会起心动念，一定一定爱应机应变，应机应变，啊，应机应变，心念一个叮当，个人的念头想的拢袂相同，个人思考的嘛拢袂相同，个人的想安怎嘛拢袂相同，啊，所以就是事要当先。
讲的了就袂清，真正吼，所以人说俗讲，句话要讲，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啊，人你讲较真简哦，较真简是讲，大家拢有一本独难念的经，家家大家，即个家庭内底有一本独难念的经，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是一本独难念的经，啊，刚才我讲伊有个人的思考习惯，包含这个书讲的讲，啊，从当这个当先生。你若讲像咱咱走可能跳，无可能。但是咱不管怎跳，啊，伊就真困难，无困难伊袂跳，真简单讲袂起来。那么从这个生产在这都在了解，生死这是常态，有来生就一定要有生死，常态，这都是常态。若无生死生，若讲有生无死，就是讲有死无生拢唔对。有生无死，世间变未害，这老人我随时阿到个地球无完。啊，若有死无生，地球就是无人。啊，所以生死是常态，啊，就讲你当下过去的祖先到未来的兄弟姊妹都无例外，只是差一个啥，差一个讲寿命长要细安尼尔，啊，只是差一个讲在世间好也长安尼尔，啊，差一个讲健康就无健康安尼差别，但是总面对生死，无一个当例外。那么我这当例外，这生死短短的数十年当中，可不可能来讲？叫咱目睭来细心看，目睭来细心看，看啥？看咱来世间行一撮，到底咱人生的理念的去建立对吧？咱的理念，好，咱时刻的哦。所以世尊时常在讲一句话：，你咱身体叫做健康的时候，咱当想讲有阵我离开了后，啊，我身体烦恼会啥？我身体看淡袂落啥？我身体喜爱啥？我身体怨恨啥？感谢咱离开了后，感觉有幸福，感觉有存在。啊，这就是上大的一句话来讲，感觉有存在。其实，咱知影啦，这天气出来，离开伊了的世界，咱去做伊啊，无咱在大家咧办，哦，个别是大家咧办一场比较较大场，上到尾啊，到尾就上去做伊啊，无看会知。哦，若讲请师傅、请道士来带气，用道士讲带去做伊，道士讲伊茫知。哦，请和尚来念经，讲道念了，往阿弥陀佛，往西方净土门，讲到底有事无？伊讲是蛮塞，你安尼真吊样，哦啊，唔塞咁是代表无，是唔塞是咱唔塞，但是行的人，离开的人，伊当下清清楚楚，像咱今日来坐车，咱坐了有舒服无舒服，有个人唔塞啊，吼，无对咱来唔塞啊。有些是咱隔壁问咱，咱进来恁坐，而且咱进来恁上班嘞，但是咱家己呢，清清楚楚啦吼，念念清清楚楚。啊，所以咱来了解，天上天，师尊师父，两位老大人的大德，因为大人因为恁要说这个，计划事情许咱是年岁岁过，啊，佫有一个新春喜乐，免谈变钱，免谈。安尼不管是咱修行，可能在天后地上的人在，哦，心念一个，智不退，愿不退，哦，一个机会，我说愿不退的机会，有心的啊，当然，这也是天后地上人在了这个境界。但讲过，天后地上要怎经营，树立梦想之尊，哦，树立梦想之尊，啊，所以咱今日跟大家讲的，金刚温。金融金哦，讲个咱起码有咱是分享，会当过来参加一班，是今年度变成一个新的项目啊。反正
十年，哦，这个就还是多少年？这个因为当中共八次了，八次了有机会，啊，所以很多我开始我跟你话啊，不跟你谈话，直接的就进关办一下。
所以说以前的讲的是一啊你那时候给你国家你想说对你国府民安但是我们当官叫我们当官真正足可怜，几乎像人波多的，啊，无带好厝嘛，咱咧住，带歹厝嘛，咱咧住，怎样咧？好难拍，虽然先好，足顺利，虽然用咧足顺利，真正咧会当无咱真正逐个做做交超轻松，但是我们在咧家己行，毋是别人当咧行，只要咱家己去做，咱家己去放下，咱家己去开拓。要怎培养咱的信心和大？要怎培养咱的愿力和大？让咱的心胸愈来愈阔，因生信人做。好、哦，所以随着信愿了才会当，把这个信愿当作咱的信仰。心若愈虚空，咱的愿愈大，咱的用力愈大，咱的福德愈大。如果要办道，要办的福德愈大。好、哦。在办道观，所以是在办道是去办什么？办咱修道的路。你如果他们就在办道，办道是他们穿修道修鞋，就去穿穿了呗。那修道就是那种修道是在修在家里，在家里办道。修道都在他们办道的书，那是的书。啊，都叫书。
然后两个门口，为什么那他们设的？Thank you.
我们是违法，不一条两条路，我上天堂还没算，就给他还没算，只是安尼尔。啊，你啊，你上路啊，阿公靠上面听，哦，啊，你上公姑的，我好像就有，这几年做的多些，公公，小公，我在你上面也对，我在上公道啊，你上面听好听，他是人咯，听啦，对啦，哦，啊。
你是安怎想法？迄、那个想法是我来讲。啊，当然想法就是我相信，那就相信嘛。啊，你人在咧讲别个，咱听伊，我就相信啦。是因为我对待事情分别分别，即人的分别，啊，所以伊讲的我。有迄部分得下迄个年龄，下迄个本来的，啊，迄个人其实在讲，我相信，这是伊外出来，但是把咱分别的信条分出，但是伊内在信条无进来，你只要坐自己的电话，啊，这个好嘛。所以不只是不考虑将就下，将就间作大事，我全天上发发条发条，或者话无明白，可能话我不只安尼讲过。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凡有有平等众生，这是安安的开始。这是为了要何事啊？当何事兄弟姊妹，因为西方伊是有人看到伊万劫庄严，有人看到伊神通，哦，有人家己说法，刚刚听神神通，这是叫伊当时有在住地当时空的。结果也之后呢，佛法被流传万万年，哦，佛法被流传多经多地。到底来无卖有要安怎去？师父何代不是相信伊的话？所以分享不定，不定不安尼讲，重要不是真理呀，不是如理呀，不是实理呀，不是不公义呀，不是不义呀。安尼讲大兴汉卦，我是讲拍拍中谈；大兴汉卦卦，我是讲我讲的话，我是不能不信。但我一直坚守咧，这所讲的话，我是不能不信，绝对不会不信。伊怎样讲讲呢？一个众生本来就富有肉眼、富有天眼、富有法眼、富有目眼，搁富有佛眼的。啊，咱真心可就是我放下我自己把把眼，啊，这个把眼有可能是现象，你到尾吼，也是有为了发表那种理解的，他们也爱看到的，无可能袂破的。那到底你把眼怎么开呢？啊，有一个很相信，用我言、我心识、我眼等心，说众生本来就安。所以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凡是有情皆作作佛，阿弥陀佛。大家嘛有知，阿无知就未修啊。哦，我修啊，下下修那就嘛有情，无修嘛就无情。我关心侬无咧修，你就无咧修嘛有情。所以就作作佛，下旦达到有情一观，上罗摩，这上罗摩就是佛就讲，这金刚王必当中的二智慧境界。真正是大，甲自己要来大呀，咱就来大。所以就是前提，伊甲你讲，大家拢有这种，即马都用到黄金钱，就甲咱甲你讲啦。哎，你知唔知未？总共讲啊，要分甲你讲，即个钱先甲大家，佮你为甲你讲。不必用心，不苦用如来智，他好像跟老师用的，他不敢说。但你妄想之中，义不正直，我欲教伊正道，定伊因缘妄想，助伊心中即个如来空大智，如何妄想？伊起头呢段解读简单单少，这段解读咱为什无法度像如来安尼讲，归到这个金刚妄智当中，伫咧上当我上来，咱会点多一点妄想之中，这是咱的病。啊！你讲本来咱是蛮虔诚，但咱是啥物仔惊人？啊，惊人的啥叫虔诚的啥？迄个啥本来是相同的。一今仔日，今仔惊人的啥买后背后做咱虔诚的啥？只要重大物事，就惊人低调安尼个。好，咱虔诚的爱重大物事，做办会的这些伊个物事。所以这东西经过咱几十包年数，知道无？高进人服务方面，几十年当做一个重要伊个目标。哦，因为这东西好用啊，伢子这话爱尊严，唔是这话追求，唔是追求富贵，唔是富商，因是为着救度天下万民，以最轻快的苦海中，以灵道义性等，性灵等等，到现在我叫他安怎行，行这条路去，叫这条路，就是咱这方面，很难行。但是就但是我们的话就是不会的。你想到他在这里面哦，但是这里面完成就告起来你哦，比方说他是用一般起来你啊，你的话就搞不清楚，但是他发表他说就正确又给你要的话就没什么关系，你对的。他说高义性的功教性性格未免教性也难开始的，因性
来迎接十八代祖师，延续八代历代祖师下的一脉修法，当时嘛是这样。咱们修法的话，咱们是好啊，咱是讲困难，卖甲困难做任何事情，困难是这个关键。第一印度会看到困难，当好会看到困难。一定是拢配合咱本来迄个光源、照耀、自在、无染、无杂的，一定的。我做咱先生，大家拢有我上的心嘛吼，头对头讲。所以，这个是先天，啊，这个先天对我咱先天的啊吼，所以讲说，我来我来带着读上的，各位话，定叫静音这环境的。啊，当然有进步，有一个纯正经理，咱已经拢知道算啊。纯正经理，啊，这经理是要甲做，是要甲建立其他地，或者是要甲建立当地，或者是要甲建立好地真辉煌的地方，或者是要办万年花啊。当然，大家慢慢拢开始培养其他项目，从下头开始开眼放心啊吼，也叫下头发展，也叫后日生生不到。我做一遍，阿龙哥，咱来做条件，我。
他们说当地本地的相关地方的变成心里面的鬼用，要我从营销金以后用金怎么做奇怪话会成出来这个地方上面我就在人家哈就在提到一些以后先提以后他抛弃过一修而过来从这张金换成金木不然他当初的奇怪会修你呢哎你当我你呢但是其实我说你这但是其实他是我有空白的工作他不用一个人去用不用了自己的手机我就手机我就躲在书院里其实不用你的领域手机我就像是他就得叫三说尊严经历尊严定好的时候叫做熊的话他就以换修理都是以用不用我说在这里讲的说我用用心无限力去开始观察心情作为三文经历呆梦数百无梦梦梦呆梦进入进入的三文经这样的修炼这些人在这些人在这些所以我想你是慢慢进入这些人修的那些人修的所以现在我们先得出去先得出去三文经关系一下这个应该说你的观察心情是最大的那要找一个人，某一人来对吼，啊你去倒对。那要找一个人，厦门讲安怎，某一人会倒来倒来对吼。咱刚才就讲某一人会对，去到学生吼，啊某一人会倒来倒来对吼，就是找一个倒表。就找一个倒表来来听，看，看就是行动，是无是行。嗯。先来讲，观察心情是透过个关系对准你。注意性不在于不在话不在中单，如来不作中来，无所比，就是说，地主不丢发财来的，孝重于一，空包义就合，一切终是分隔心性的。哎呦，不是这个，就是我在讲，那些分隔心性哪明显？什么修行这些都放下，这个是这个。当佛教的部分，在空间这块是特别的，因为明明是咱这政府那部分，这政府来，不然这政府那部分是干啥的？不规定的，干啥不规定的？跟咱有关的，我们搞朋友的，你看谁在打工？你为什么不打工？跟你跟关系什么关系？跟你什么关系？哦，跟你来什么关系？啊，是这样，这咱这方面哈，哦，咱这用意为，咱这规矩为，现在大家这政府无用，听。跟咱这些关系，啊，就是咱这种些梦想，我跟我有关的，因为我是这存在，而且跟我有关的，所以我咧安怎咧，安怎安怎，想要什么，想要什么，一来往，你是用咩爱？但单单因为这个梦想，就讲这个幻境、幻觉多些，这个幻境，分散性是怎样？我咧，所以讲俗世间，过去侪有少啦，都侪是在梦，在梦。会了解，会进步，树大为我，我为大我。不是啦，是我啦，树大来恁就我，就我真正我发起我树，真正发起我。今仔日你交今日你交老人家，这情况会变化无？变化啦吼。叫你不用呢，叫老人家做发言。当时嘛，是这个我，他到底是哪个我？是我还是上面的我？是我还是老人家的我？你莫当做这个我。但是对细汉到老人这种话，啊，既然拢话是一个变化，啊，若我修养明心，若我当上面讲的话，今年讲的话，但是后面讲的这种话，安尼到底是怎样？进前的我是无欢喜，进前的我是欢喜，啊，你的政府内底是欢喜啊，所以你还无欢喜啊，所以。所以素材素材是我在讲，这是真实，真实是啥？真实是迄个会受气、会欢喜、会快乐、会悲哀、会咧追求、会咧清净、会咧动、会咧静、会去参究，迄个生活、迄个因缘是啥？真正个讲，迄个分别真实，啊，迄个不敢讲出来。大多普遍个在讲，归根关系就好，啊，只要人去了解讲，对咱去找啦。啊，那是讲公理啊啦，就是搞人家讲，讲完都讲完都讲，就是分跟那个，哎呀，是可能。
归依魂、归依法、归依心，这是归依三宝。啊，就说咱看到归依法、归依心、归依心，哦，归依法、归依法、归依法、归依心，叫做就说的三宝。哦，那依因，咱这个还是先观超个大，你说修个出来这些上班很重要，因为就是。哦，我是咱这边上修的，这里因还比较是修法，而且观察真正的修法。所以正常讲，自然依照地种梦中富的地方，上天那个修是怎样 ？OK， 但那个修跟当时相分是世界，用一个三字派，就是讲，因为我有来到世间观念哦，我那哪个世间就是观念啊？咱的修认真当时了啊，正的修来。咱无是修观，修观内底讲话自然，咱会规日修观内底，咱无看到，咱有感觉无？无感觉。但是伊如何修到时啊？修到时啊？事情啊，咱反正唔知影。所以咱伫即个地，咱的心会讲袂叮当。我先想要爱钱，我先想要爱啥？迄个叮当伊的，叮当，叮当要啥地啊物件？啊，为啥？咱做咧困了，做啊卖讲啊，做咧困了，咱爱想讲我先唔管，心无咧叮当，就咱当面想讲我先唔管，你我先是好嘢，行倒嘢，行倒嘢，咱讲我先是好嘢啦，倒咧你可能也有风，袂安那吼，咱当面讲我先倒咧先，是话先归心慢变，袂啦，你心归到真正咧清净，无咧叮当，当下世界犹如虚空。啊，你有迷惑，所以应该是咱先先看。所以咱来看到我，我真欢喜，你讲我无欢喜，讲我真快乐，讲我真懊恼，讲我真疑惑，这些东西咱先看。啊，这个先把这个我们比比咱的先读，我们看清楚。所以修行为什么会当不苦，会当疑惑这种？啊，我比经文来的这样东西。啊，这是咱的什么叫好感哦？所以讲，要学修理论，学修理论，经文就不行。就会以为行这条路，不会行这条路的人，就是咱的讲的理论相信，学经义不单，不会不相信。你得到的我相信，我无拜见啊，我嘛无拜见。哦，啊，我嘛很认同，还无看我越听多越听多，你要这样讲啊。有相信，但是无就袂行，无就袂行。吼，你发真济真济啦吼，虽因缘经有，就经有不尽不磨，也是真济。这真济，啊来讲讲，今仔日，比如当以前我唔捌做，咱唔捌做过电脑，讲着电脑咱是问我，所以咱咧讲讲这个电脑，咱着从家己身体先起落，后面就飞机交关机吼，就真困难。咱这些老朋友，别个别个拢讲，咱这老朋友，我做电脑咧，别晓得吼。你万一也会啦，哦，你个万一都无落去，哦。但是，我相信电脑最大的帮助是什么？还是最大的？所以啊，其实我就是，今仔日从我在后边，明仔日人家到我这边电脑过来嘛。刚刚苹果电脑我来这边，伊在讲我什么？伊在讲我啥？伊在讲哪？伊在讲啥？伊在讲相信。啊，如果不获得空间，咱相信，毕竟咱过一路来行过来，所以这是讲。你一路一路三十五分多进来，你每天的一个人五六千万都才进来。啊，大家讲咱修心修念，啊，这其实也是归内修，但讲咱的心是放吼，所以啊，咱来办了解，所以这是是尽咱自己的心愿，因为尽在一天就是信心，所以话信心大概就是这些啦，这我第一这都在这玩够了吼，有弟兄也是信心分。信心经文，信咱信仰有一个经文是佛，主经经文无结无因，信这经文，啊，所以信心不变，安怎成就在读念经文，真欢喜，念这是讲我十年念经文，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十年念起来是念唔止，这个念口念交心念无同，我们的念头起来拢是心如起念，就做啥来讲，我诸法是无念无动。无念无离，无念无离啊！念念念经如，经如
体验非非但你平静体验。啊，这句话咧，咱讲是真清楚哦。伊来咧甲讲，真正会产生出去体验头是真如体验。所以真正咱爱去思考的，咱想要爱知影，咱要爱知的，一定爱念真如，对不？教书即书，念书在书，这都要听咱讲，心心。好心也好，良心无心也好，就是安尼。两样因素，哦，第一，第信不有无用功德，重要心的重要。不能功德无用的，啊，不只功德无用，不只是自己有心啦，不只是啦，咱嘛是啦，所以会当安尼，是讲，能够免交交人，万事能够以分数高不离交人情，爱重要。心心用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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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咱发现自主的意思，咱这培养咱自然，这环境咱的环境好，啊，所以重要亲近，啊，因为亲近正是识，亲近正是了解，哦，咱认识人了解，了解亲人，交咱讲亲近，咱讲了解，咱出来咱讲亲近，咱讲了解，啊，是安尼，因为咱亲近嘛。小学小朋友是读经，为什么伊有法度背下遐认识？因为伊的生活条件。背了了，变个再变，变个再变，伊袂想讲好啊，背袂起，我爱背啊，袂。迄个想的较笨，所以想的较笨就较酸，较酸了就变个再背袂起，背起来背起来，背起来就掉了，掉到哪？前头。啊，先背袂起，当然大家伊们是讲会当过五五万啦，吼，唔免管人少岁啦，大概有爱背三遍啦，三五遍啦，背愈久愈熟。这是亲近，啊，所以这个亲近，咱来谈亲近伊个功德道分对啦。第三，进化出大愿，庄严义务，发出大大愿，发真正会当度发众生，而度发众生是即三大空、三大慧的内面。所以发，以咱自身来看，温馨温化，讲伫度众生来讲，就有孝心、忠心、大心。相信才能好，所以信法是大用。咱爱思想，我不爱去听法，爱去悟法，爱去研磨，去了解自己。相信是用心要求的，发声就要我这个就天然不爱修得上，修得上来行了，咱叫做行一点。相信是用心好，所以法是大用。第二，信大用，第一零究竟的主义，他修了修的，大乘理是不是讲是无形的思想，大乘理是讲有形的经验。啊，啊，当然，咱现当然，个人是有边，啊，我今日上昼我出去看下咱运动，我是修行出来，这是标准。我爱咱甲恁讲真济好话，讲真济，讲真济，咱甲恁纠正咱真济，纠正咱真济，哦，甲恁讲啊，听咱无下欢，咱也无欢喜。一般是用理性来来看，我就是蛮理想啊！吼，你既然叫咱讲讲理想，啊，别啊，我来讲讲讲讲，平常你啊，我那讲我那我那讲，别啊讲，我那讲老爹对讲老母对讲，他对讲讲讲讲讲，一大一公爷他讲公爷，哪有大汉拢是乱讲讲，这个是乱讲，这个不好听，其他的是理性。但是就叫咱真正若有动心，会甲咱讲咱的困境，会甲咱讲咱是咧讲交谈哦，不是咧甲咱讲心哦，会甲咱讲咱困境，会甲咱道歉，哦，会甲咱讲鼓励，这种是咧建议，出发是较清楚，我就了解。好，啊，今天就关于啦吼，我老师就讲到这，到这里啦吼，不管第一，这是头先信息信息信息是两个字嘛，再来。你培养这信心哦，愈来愈大。不依地观，地静坐。哦，坐定有
我们那个跑到五万四公里完，好啊，这福建那边进口福建，福建就是那个村上福建，伊福建是安尼样，当地就是安尼样，所以不基因也就多中心 ，B B 就是基因，啊，为什么基因 B 就大块的真可怜，啊，这个人。但是我们可怜，是比可怜的可怜，是心难不听话，可怜的人不听可怜。阿南波，可怜人当来便宜，啊，可怜人当可怜人当来便宜，可怜人当来老，真正拢爱人。啊，因为生死是苦本，辛苦是苦因，这个辛苦要啊艰苦，爸艰苦，妈艰苦。看你嘛艰苦地，我看你嘛看伊较艰苦嘞，啊看伊也艰苦，但是艰苦，真正，这回看伊，看伊较压力大，看伊啊，那差不多去变得慢慢，那会艰苦慢些。所以这辛苦，生死是苦分，辛苦是苦分。啊，既然来这个人讲叫做苦海，当界不安，伊当界内底含天界这个都不安哦，这个是苦。都共产党，所以既然这个苦不菩萨，现在注意的就是，咱先讲大悲菩萨就是观世音菩萨，所以观世音菩萨讲天开的天寿天力，要救度其他众生，听到经文，同声受苦。啊，所以我以前，而且观世音菩萨以前天寿天力，这些三种是观世音菩萨的三，真正发起的就是观世音菩萨的观。但我当初去叫做用本地做的时候，希望政府啊，同讲要打你咁细工啊，唔打你咁工，关键关键关键菩萨的传出来，传出来经，当你讲安尼样，我都来做。啊，但我当初去讲话是观音菩萨，嗯，点解？人都会讲啊。自贡就是，但我当初讲嘢都观音，你又传出来成道，安尼嘛，上好。所以修行真系爱学自心，啊，咩学自心？后边，即系自心点样起身运作，真系学自心。啊，自心我用妖法嘅方法，妖法嘅方法，但系妖法嘅方法最发生是妖怪，第一是发生啲五欲同埋啲心气，咱系解决。佛教咱少讲，嘛讲快乐，咱先快乐，咱咱咧讲快乐，咱讲即系叫发心叫。虽然上是无讲，啊虽然他爱，他爱，他爱，他不爱，就无用，即是无用。但是发在这个观念里面，所以这就是佛心，这佛心的思想，依着众生的心意，发消极的心态，高人讲是发最上心，啊，叫中庸不强，这是发发的过程。啊，既然发发的过程来，这尊四十九年发发在这些经论都不要已经不要已经，不要已经不要不要已经，所以你过去修行当中的回头，我都可以不。为了无法到去就困难，啊！不，你这种发地心的讲，当然咱其他实际是可能困难，现在不可能困难，但是这是多因多地原来，多因多地原因的加持，不切断的原因，都是一地地进到菩提下发起过，这样就有意思哦。所以爱发地心，但是后面他说好，后面好慢，好好，有空嘛好好，有空嘛好好，大家嘛好好。不就是不就是不好好，但是后面好好叫不出好好的，太扯了啊！太扯了！啊，你讲啊，我咧学到，我嘛咧学过，啊，我咧做，啊，你嘛咧想到，但是到底有法度去体会到这尊如来的我讲愿后边我讲讲愿在如来真正意味，啊，好。啊，所以这个法道有，咱听讲有无生义，啊有性义，有佛法大义，啊性义大义。所以因为达到地心交地心，咱这达到地心交地心的究竟，必须降温，啊才叫完成佛经的大愿。所以我就讲，我做，一定有地心在这下面，然后这地，咱想做，我就有那里做，这地，我就有。所以以前这样关的关键，以前就这么关。现在多人要放多大哦？哎，今天你看你安弄多大哦？多大哦？大啊！大。
在，那我一天看卖两个，做两天看卖两个弯嘛。啊，你看到的，咱讲讲无弯，看到的无假哩，我就无样去看看卖啊，卖看啊，无弯啊。啊，所以讲，人家问讲，迄个读书的字，我就讲厌不厌腻？哦，啊，你今仔就讲无厌腻，哦，你办厌不厌嘛吼？厌不厌腻？厌腻。啊，其实你改这我无，啊，你改这，你改这啊，无改这我无，无厌腻。关于这些字有啊，所以这样关于。那么咱今仔我关心，就讲咱修办的。在修办的过程当中，是单挑强在做，就是单挑我大爷在做。唔是用咱分别心、起心动念，是要分别计较在做。万有什么分都可以做，应机应变、应书难来。所以做修办要做啥呢？依书依变，现在的规。车阿款啊，车阿伯啊，司机阿伯对啊，后壁迄个字，台湾路即个字爱记住安怎？记忆加油，记忆加油，即个关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有时来有关，大家家有咧家咧坐是啥咧？关来安怎？如果坐啊，去只吊车，或者三公啊吊车，到家了就两三百哩，这两三百哩，从这买到就三百。这样子嘛，把那个又大大的又大的，跟太平山火火大了，火了归山，把山给烧完了。大人也是，大人也火火平安平安啦，平安平安，平安平安，交下来就收尾啊，啊，收啊，现在接收尾啦，就收尾啊。我十八，我十五有，吃八有几斤半，吃了吃钱吃了了。但那一番我十五几了，交下来，我十八三就收尾。啊，所以大弯有大字有大字，啊，但是我讲咱发大字，你发大字，你啥物发出来话就是大弯的，你拢上袂上心上情的人，上心上情的人，车拢大只，你看到你家做不大，啊，无咱家放机看卖啊，从这面上你看你到底怎样子，嗯，各位话，讲有就上关有解决啦吼，我都甲你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刀割；地理不仁，以天地为刀割。这句话你怕？我今天是说，反正咱咱就是以天地为刀割。天地这样子，你别怕生气。我那是讲为了单身啊，这单身这一面，所以是怕有咱接触的，单机会咱接触的，有咱对答的，什么古话叫话啦？像咱拢讲，你就讲较好听话听。但是咱那边讲话有时啊。空调无好听，啊无好听是讲看热嘛，我坐啊坐热，你看到你看到鞋啊，看到鞋，看到啊毛灰，啊事实上，咱希望讲好听，咱希望讲，咱嘛是希望咱讲好听，但是咱知影，天地生之，春之交夏之是好听，哦你渐渐啊大，啊你是成长，但是咱一直用春天的春天的气。春天交夏天的气可以，这个办法伊会非常成功。伊会成熟，未成熟爱安怎爱经过秋天西，就看那个西西方啊，就往下发展，发展来就成熟，这是硬。啊，不然钱你看，不菩萨教恁打，你爱安怎就安怎，修到位叫咱安怎，为发菩提下心。哦，啊，为发菩提下心，为做遐种经文，经典啊。从这里来讲，积心行云，下心出云。得到培养，那困难就在讲，为得普通大会来做问题，也烦的。我来讲，那做来搞，但是修行不强，反观会当精修，精修大自己，性灵正好法，现在要教人，我那是人是好法精。所以，把握时间，就去咱乡村啊，树上的树枝，叫做树，成长；树上的树枝，叫做光，会当树以显现。好，所以今年是靠关系安尼，由依靠精，光依靠精。咱去那地方生活，去那个大海，吓人！他说成人啦吼，伊那哪生活都当生小孩，但他大伊大汉了，还是当青年啊。已经成年啦，是讲已经读书啊，已经我都自立啦，已经我都自主啊，伊要做啥家己拢会晓，啊，真唔简单。有破译文，中破译咧，破译文就是慢慢啊，慢慢啊，
中央呢個通知書咧，其實係個問題，所以要有方法去到調整。同樣，咱少咗少話，百姓係會等大屋住嚟接接，但係我接接嚟住咱接接，接接嚟住咱係正常嘅咧。真正百姓係會攞不定人來講，必然不接，信言不立。真正真正嘅話，你不一定好聽。所以八号钱，你为了真正合法，以后
教育是啥？所以有时啊，咱做做方面公信这个问题，咱要怎讲？讲要到底叫比较较老啊？讲要到底用小东西用惯来？啊，所以大家拢诶，互你袂歹呢？啊，比安尼就较标准呢？互你咧外头咧，啊，讲话拢无啥认真。啊，所以有时来讲，咱阿咧做咧讲，啊，你莫甲我讲迄啰啰的话啦，你讲啥？有时都无啊，啰啰的话，伊也是真实个啦，真实。听的话，你若是真实的话，是真实。不仅是娱乐兼强，关键是真正真实。我咱有通达到娱乐的境界，咱有通达到的境界。啊，所以咱今朝来讲，咱讲啊，为了要赞叹人，为了要讲语言哦，我们人怎搞出来？因怎样？咱到大家做到尾，讲的人也无用真心讲，较听的人无用真心听，到尾会听会听，啊，讲也听，见人家好。要听就听，讲喜欢听就听，啊，到尾就听。心多是要放落心听，讲咱是去攻击人，唔是，咱是去支持人，咱是去调剂人，咱是咧强变强就强地，他都互相共同做这个方案。因为咱天道不外异，天道不外异，所以爱有你，以后依靠是讲合作是依靠支持一个，就是这个东西。工交关嘛吼，啊，对，消费相关，那个结论，结论，这就是咱讲，我本以为一代资金链搞出来优势，一代资金逐渐奖金开发条件，乃至部分条件都好，所有所得上唯一不提条件是我奖金优势，这范围其实在内地就是咁讲，所谓就是讲希望咱会当。那一定不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个这件事，无会发生。所以无论油也好，光也好，无论钱也好，官也好，职业也好，拢是等于到咱不的意见，因为唯有不听咱讲的台词，啊，唯有咱真心修行才能得。啊，所以台词不得台词，我们是咱的台词。啊，咱讲我们要咱交出交代。所以空定我讲经经营利息，它是利息，利息，就是人工怎样，是看到这人工的竞争性，是看得见。啊，咱是用的当中，咱大家还知影，希望这件事是咱家己的代志。虽然是我菩萨真慈悲，但是咱若要对咱菩萨大菩萨奈何？真正呢，咱就要甲囡仔讲，囡仔好啦，学习好啦，做人。但是囡仔若甲你黑，你也会当替伊黑。你那若白色观，叫三地观，只是句话安怎讲？无难，感叹，啊到尾啊嘞，你那是著自作自受，咱起码是有感叹，哦，所以既然相关的话，感叹我会无名之菩萨啊。最后呢，用咱注意大家啊，一切心通观，观结发了了，今年这个比去年较好，一切健康。道业精进，啊，道富方便，素相清净，三宝。大众师，感谢你们的慈悲接受，恭恭道。这是他们最最好的一个老板。
到强人尊，那个是有餐馆的一个啊，那个他们到了问题才解决啊，来把案子给破了解破了啊，加上这个问题啊，东西啊，他们啊，都有些啊，这些头发还有什么？Thank you.
完事，大解和尚。好、哦，所以呢，那个性命要归一个大小姐，啊，大小姐的那个性命，他大小姐是用到伊的体，安尼你归死，甲归好，那个甲蛮好调，啊，甲归好，甲蛮好调，懂无？咱大家都得去，那是真重要。咱以后放宽方法嘛，是放宽微缩在这道，哦，啊，共同来推广，共同来把这道，哦，会当咱一个性能，这大个体，是咱一个性能理解，哦，无其他话，一点点关啦，哦，一点点关，无限期以外，大概是用这个，大概是一个技术，技术指导，大概是共同来升高，啊，共同来提高。来发的，但是呢，你就讲爱用咱的性命，哦，这个不简单啊。但是讲大家讲到咱的大道理，已经出现危机，哦，有业，有业，啊，有魔在甲恁讨厌，啊，有业在甲恁诱，哦，有业的天地物件在甲恁担的，哦，这个在恁在甲恁操碎啦，哦，所以今日用咱嘛，咱几个性命是多大的，行来风风雨雨，时时雨雨，好好歹歹嘛，哦，啊，所以今日用咱嘛，期待。咱大家共同来维护，共同来维护嘛。咱在这环境内底，只要看有只就看法来理解，就好啊，就大家就要去应该回答的问题，好啊，来玩。所以这方面因为我们这也衔接也含的，好啊，也结算，所以这种咱是能够共爱用心的，我这大家做掉了。用咱的性命来维护，哦，来来我们的大道，这是咱健康，哦，这是咱大家健康，哦，这是咱大家舒服嘛，哦，所以用用来维护。但是你那维护呢？你那用这个方法呢？咱自尊心来讲，就讲哦，强弱、高弱、多劣、积极、劣性，讲哦，咱贵气，咱贱贵家，哦，所搞的以一种壮烈心念，为着打拼。就是先无去计较着伊个身家安全风险危险，即种壮烈心的不断，在伊个性命永远都无间断，无间断啊！啊，所以呢，这是苦恼所结，伊个精神永远留在世间，伊个精神永远留在咱天个每个年轻人伊个身上，咱不老些人。伊个精神永远留在咱每一个弟子伊个心上，吼，伊个思想。所以今日呢，咱爱念伊前，爱伊再去处就是处伊迄种精神，吼，伊个影响。所以呢，精神个解答，吼，咱人是是精神个解，咱人是个解答是精神解答，咱人当不休就是精神留在世间。他可以真实，就是伊真实正正在伊个生命即个过程内底，哦，伊重力是一不断，可能今日发生个感官啊，咱有精神个感官，哦，咱有看法个感官，咱有欲望个感官，咱有反应个感官，哦，个感官，所以今日咱导致是即种重力是一不断，哦，就得靠咱方法，啊，得靠咱方法学习。大家把咱的魔幻，哦，咱那个记忆起，哦，记忆起，哦，你把这些家别来，哦，你把这些比较别来，你就咱，因为这道也是心安嘛，也是心安嘛，也我乃已经把身间，哦，心，哦，因为这个别来嘛，遇到一切，哦，一切都无这道，哦，那嘛应该是。太麻烦了哦，当然今天哦，咱讲进修八宝成年了哦，咱老人我是条件比较轻松。
听着刚才讲是心酸话啦，啊，无听着真有知影，真有知影吼。人咧讲是人咧讲的啦，其实吼，人咧讲是人咧心结，人咧讲是人咧做心结吼。他们的心结是咩指标？是咩方法？是咩指标？那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印象啦吼。你现在做这些管理方面哦，很干完净，那是因为天分同和这个事吧。哎，所以但是呢，很简单。那只有一个点，只有一个印象，你是真啊，一个点，真正是啊，那一点点，是真的什么？你叫做什么？你给你有啥意图？啥物？伊有啥物会当方便啥物？啊，所以呢，因呢，所以是就是讲，因为我有感受个多个物件，我较把多个物件来解放个出来。哦，我有去感受个改变个处理，我较真正来甲改变这个物件，我有在，是安尼个。对吧？所以有奇迹。哦，我真正有付出，我真正有，咱遐讲付出，即种伊个物件，伊该当付出。哦，付出不是口头禅，付出不是言辞，是动词，哦，动词，付出，讲的，不简单讲，大家听得讲出来，阿基心头是气人，并不就是脚踏实地啦，哦，所以呢，他很诚心啦，哦，他诚心，哦，他那边就讲无钱啦，哦，他是个钱，所以他这就是起点，脚下就是起点，那他脚下。在里面，啊，他脚下是信心呐，他给他的信心，他给他的是在里面，但他给他的开一点一足点这个垫子啊，他垫下的下半身，垫啊，脚都在里面，所以呢，所以呢，也一定这样做一下啊。所以讲，今天讲讲讲，我们讲过来，大家讲过去，啊，他。会变啦，但分多加，结果讲先去听讲，讲结果讲不打，不通处理嘛。但是后先会变会难哦，但分多讲较困难，咱嘛先去听讲讲，哦，这个也是见，哦，咱后先是以这个我大意先以重点的心念，咱办得修得较办得，把法的精神行出去，或者是素的，那是咱家己个人意见，意见啊，意就是意见。建立这方面的连线、连分线、连个性、连细节、连执行啊，连这不应该不行，必须理解啊，这个连建啊，建的啊，所以这个是印象的个性的，先建个性，那也那呢，那也建立啊，啊，那建立来建立，但在这个世间感受这个性。因缘在业心，到法相也在印象。啊，这个印象是咱修得办得是相当的难量，难量的对啊。所以呢，恒大老钱很关注这个吼，以信仰当关注，比如咱师尊按那本律本身最苦，一再说不是啊，也是啊。但老高老师关注的，一定刚修的，咱师尊是不偏离。啊，对啦，啊，你等于了解天数，就了解偌济，先了解。
所以叫做这些香港刚刚刚好健康的健康啊健康这些健康
安静的话，就安静的话，我那是公共的，不是关系到我们其他人。好，那咱两个人坚持各出战啊，坚持各出战，他配也是各出战，他前还有各出战，他汤亲戚也各出战啊，真好是，终有一天会轮到你们，你们过去。所以看到拢是互咱觉醒，看到拢互咱去当精神，看到拢嘛当当巴的，咱嘛同百姓嘛，咱食饱饭死，至少一半都半都明白吼，安尼吼，一当出来是干嘛就干安尼啦，啊平常无所事事，啊你就来这样食饱饭死，你嘛是嘛，到时等于靠我身上做啥？你看，可能是你，可能没有。啊，个人手个人变的，思想是伊个的，思想是伊个的，啊，方便嘛是伊个，不便嘛伊个的，因为咱就比较在怕，啊，因为怕，不啦不啦，看我们怕，我，啊，啊，最近忙事啊，但是做么来忙做么咯，工作多啊，来忙来忙。靠他嘛，做感情的来讲，一个高官来帮忙的，专门在太多地方都管，帮他来帮忙的，那你看，别到旁边帮，当然帮他靠他的系统，但是，你的安全，你的安全，安全的哦，他注意些啊，他注意些啊，啊，个人的事情啊，啊，都接触的，都接触的。在你们高兴的话，安装的银心，他说我能接受。他今年他在关键，七三啊，或者三点零的，在高兴。啊，那或者三点零的可以了。啊，所以现在三点七嘛，大家啊，在咱那啊，连年七节啊，连年七节，天昆虫的就是吧。那你那些等当官的那些。咱大家拢接受，大家拢持续去支，大家拢加倒去努力，咱来把这个事情，慢慢就做做，慢慢慢慢做做，慢慢贪心去做做，慢慢治病做做了，这样啊，用家己讲话啦吼，别人讲话听袂落，你家己讲听爱话啦，反省就是家己用家己讲话，啊，静就是心嘛吼，你的心开始静啦，啊，不静就是心，反正心拢动，动就乱啦，乱动就病啦。啊，水啊，当用它嘛，它水啊，我当就是电啦。啊，咱无事，咱的心爱电，咱若不动，咱的心就是爱不强硬，不强硬嘛吼。这里比较怕，这里是怕啥？不亏天，不作地，拍拍相当，想着中华不息，他无变动，想着你爱保驾与进动。想着高桥拢飞着金龙宫，云朵人世上多在一个阴阳，不亏天不对，未得违背不得是天命，唔忙做出违背天意的代志，唔忙做出违背天地的代志，不对不得是不对，啊，那么提前说，提前说就是一点。不以为天地啊，不以为天地啊。那么起码一万，起码一万就是不为天地，不以为天地。所以无规定，不就是天人别杀气，无理由啊。按刚才讲，你的手上一叠单，三七是该几个到七个，你的换单方面呢，是一叠单，你该几个到七个，是吧？不规定，不杀的。阿弥陀佛，人心是善呐，一切世间太哀愁啊，光明磊落，正正当当，这个太哀愁啊，啊，不对，大家知道，这是叫做回头，这嘛叫做修持。我今天讲来修持的分数，就是起因，起上用这带入伊的因，伊的当，伊的安慰，大家知道，起妄心，起妄念。基金组、基万产、基商基金，你看看那一家，一点爱不屑于休息，啊，帮他，啊，帮。
以福建讲，占据地界，连同北地界的全部也台湾人心的破坏，思想也太多。啊，所以呢，你们啊，一种的在想就是在那个时候啊，可能在什么啊，就是说嘛，努力经验，努力方便，坚持经验，这个是心情，这个是未来。啊，不过话题只能简单，必然嘛是简单。啊，所以呢，一种办法，思想家庭一种办法，就是啊，满足你爱追求，满足你的精神。慢慢安心之的三步，我来讲要求，应该来有天心，有天心的出现，才越来越简单。安尼，阿爸，阿母，只是难做。想着中华不息，卡过天堂，我骄傲。宗教现在心里会变，这是道场，是天心，还是暗心，还是天家？背山的这两家，背山也不讲。啊，所以呢，标准不齐全。怕自己不得，啊！但是刚刚发烧，咱对上天不齐心，咱对天地不得，咱对大伯娘不得，咱对这国家不得，什么不齐心不得，是咱本身。对，我咱的心要做修改，咱的心要大伯娘修改，咱的心要信的心修改，叫做中法不息。啊！你讲咱咱的心五条都修改。那你心要必修改，哎，任何一年高，任何一年高，无论你将会，无论将会选择将会看会，无论好的看会，不好的看会，无论标好的一年，就是标好的看会，这个是心。那么这里这个苦逼，不有，没得喝，所以呢，就是小家那里卡货，那里卡货，那个更加强壮，所以脚步带领着进来。主动根据节拍，啊，人主动的，好，主，然后这主动根据节拍，我们这个卡步更加强壮，更加强壮。想着您来无开门进厂，您就是无多些其他牌子，无关键，好，您就是无多些其他关键，就是个关键。哦，所以在本地就是无关键，大家无关键，啊无关键无关键，一年时间都干了，恁听你发真真正正，这都真真正正大年，大家大年，所以真正在做兵是好不清楚，哦，真正在做兵是好不清楚，啊恁就干了，免得干，啊恁就是恁干尽忠，尽忠尽孝，哦，不离不弃，哦，所以呢，一个单兵好，一个单兵，两个单兵好，一个单兵。哦，这个当年好的当年，他不忙忙嫩，今天当年矮当年啷干，爱进步，爱进步，哦，我当年爱进步，哦，我当年爱进步，哦，像这后浪与后进浪讲，所以后浪下一代，所以性命也记得，就是讲嘛，别立下一代，别立下一代，那好呢。就是到这个拢是国土来养的，啊，无法子小农业保持大家个养了了才发展哦，拢做得好。啊，看你这些贫血，这大些，这大些有理财，这样财财大，我看看不好。啊，家庭时代是真正台湾嘛，是咱做什么未来的啊？这时代就是咱未来做什么也重要，这时代就是咱未来做什么也大嘞。也方便，所以我们才刚刚讲，我们这边讲的，没按那建设机会，没按建设一条，没按建设环境，我们在建设上就无比非常的空间。我来刚刚轻轻的结尾，我们进行非常非常大，所以希望就火龙，哦，别再一别太大，注意要健康，哦，这里要健康，哦，所以贵气心得，帮帮派，以来心得，哎。爱打爱进半拍，半半拍爱进半拍，所以速度，天时一定要速度爱进，所以咱前面呢，在咱想着这个经营上啊，后面来多元化，来多元化，多元化，再多元化，再多元化，一起多，再多元化，一反多，咱就长期不变，咱就完全不变，我们做着增加方法，增加。更加有光明，更加好啊，更加好。
他给跟店家争争不起，啊，这是我要讲的，稍微点标，啊，稍微点高标，然后呢，全家呢，啊，大家都嘛，咱来轻松，咱来跑步，来运动，哦，咱来简单轻松，获得人气上，得来一些营养啊，获得人气上，啊，那个那个，变成潜移默化。啊，有收割、反割，啊，反正连接在心中啊，默默在心想，啊，默默在心想，很直接的在。接着了，经过反割伊的一边，啊，经过收割伊完成，咱慢慢改变在，啊，慢慢改变在就是心中，慢慢改变在，改变就是心中，不改就是心中。那今天你要改变那心情的人，绝对还是咱做起。不是要求把它设计，是要求你把它设计，啊，这个是一个应用。啊，要求把它设计，不成功，啊，要求把它设计，啊，你才放开来表现，啊，这个情况，好，就快到了。用书面用语动来表现，将以前啊，以前的情书，以前的快乐，以前的欢乐，那么我们说。别啊，对
的话，高三时代都是要干啥的？你看我少年时，扛不阿兵哥，阿家哎，哇，他打不过哟，家老师不好呢。但是现今呢，这个大人也不好呢，因为咱平常用拳头去的，对付人啊，哦，咱啊有这个拳，爱用咱的野手，安尼不错，哦，所以呢。你们说在这上过了但是忙紧张咱家是好的咱们才能够轻张见啊开心啊轻张见开心啊咱是忙紧张的哎所以好汉不是紧张哦哎我那些家叫人家咖啡文哎这么开哦我忙处理我把他加入比赛还可以哦告诉我对吧？啊，明天，哦，我阿在印度呢，我阿在，咱他在讲呢，我咱现在，咱这三个月，一公斤说话几年？四十九，咱公斤说话四十九已经就不够啊啦，还有那何法呢？一年呢？何法过三年啦？也是成就的，也是成就的哦。哦，所以学哈，哎，爱读书的，对吧？爱读书的，我去上一年、三年，太闲，还能蛮多。哦，那以前没钱不管，只要能进修，还是进，对吧？哎，初三的我叫你去读，轻松的我进。老的唔慢，听训，对不？训了，拢无话讲，爱爱食萝卜，爱食乌龟，哦，但我那个站起来，我那抬头挺胸，哎，咱是为了爱呢，咱是男朋友，咱放个安尼食乌龟呢，抬头挺胸，哎。所以，这咱是华南人，咱多少地区，这是养兵，哎，咱在本身的养兵，我还不知道，咱是忙回去要过老啦，我是买老公公啦，家做的现在家都落结姑姑，家挂落海是不会，安尼吼，吼，吼，所以员工在这老多人吼，人工叫叫我那是老的很香啦。对吧？我按那边讲烧的，哦，我烧的挺香。哦，别木的，我烧的挺苦。但是咱老的，嘛是爱煮汤，爱煮鸡肉多点的啊。哦，阿在里煮，哎，我阿本来在里煮点肉羹，对吧？那我烧的呢，泡水呢，我烧的呢，煮的也较好。阿恁老的吼，还别讲话，就多看点认真啊。那个哦，哦，老的叫我。安尼紧张的，耐心，修得这么退休呀？哦呵呵，修得不退休呢？哦，啊，哪个也在，他也在公安里头，无给你讲的，哦是吧？啊那无，哦我看你讲，那讲老调重弹，老话重说，老道理，搁在放出来，放出来见，我发现无，他人现在用了社会的语言咯。对嘛？哎，几个十年前的老歌，哎，根本不行的。哦，哎，几个十年前老歌，听这个没感情呢，不搞破呢。哎，现在听歌呢，那不得受伤，对吧？啊，我那受伤都没毛，所以我那爱歌咯，也是做哈。哎，唔贪的，现在干那个水心的，干那个水的，哎，这个不能老歌。哦，所以说高山人讲的话，那个叫树洞砖，包起树洞砖啊。高山人讲的是圣经的，对不？你人家讲过修罗道，像那贵爷老人，侬讲咱做人就爱老实，咱做人就爱孝顺，啊，娘子就爱和他，啊，当仔啊就爱和气，哦，啊，对人讲话就爱温柔。那这些一直爱，然后呢，不自信。
思想都不谈啦，他就是硬吹，他一直不会都没晒，硬吹啊，无本钱，人讲你太搞，啊，你吃菜啦，哦，啊，那人都不怕啦，那不然，啊，你吃菜啦，他太搞的那位，你以后就保安带出去，你就看他，啊，那人啊，可悲的，你，他才帮爸爸哈，但侬吃菜，你看来没？他就在那个大湖边的，哦，也伊就好好啊，那个讲话些讲着话些，都安安全就安全，所以讲啊，有啥物话就在好看中嘞，安尼是讲，所以讲啊，啊规律，基本是就是说，当然，咱个知影，这个技巧啦吼，慢空气哦，你先来个嘞，来个高一点嘞，好，哦，他那是比较个些啊，来个来。我们爱看的啊，阿建宇，能够正规管错啦，啊，那我们给大家看，好比是天明夜，啊，不回天，哎，就这样啊，我阿就这样，我阿来养心啊，啊，但是这个要更少。Thank you.
签诶，签用签到民办国民局，民办咱真正是签到，方便民办国民局。咱是干呐要台湾办事，哦，干台湾这个小小的条件，难怪咱困，万种家都未是真哦。拢成业啊啦吼，哦，所以民主，咱要团结，欢迎民众朋友，咱用正确的论述论述，咱的怎样，咱的使命，有正确的方法，正确的使命，哦，安尼咱现在，干那安尼自己过日子，咱现在呢，咱若干呢自己过日子，看咱两日啊，今年。今年啊，五十岁，明年就五十一岁啊呢。伢若去转两遍啊，六十岁到啊呢。啊，若去转过，就七十岁啊呢，对无？目前的是十几单拢是，哦，所以这种差不多。啊，拄啊，咱讲这种不错啊，咱就变成啊，对人家是变成，蛮去台湾啦，蛮去进步啦，唔通去安尼。要是中的中心起来带好了中国大学啦，我读中国大学啦。
接病，哦，无啥好啊，人好，哦，啊病好，哇，病歹个，爱病嘞，无病袂安嘞，对不对？所以袂使辛苦，伊就一直积极，有用伊都管，积极当，但是要行路嘛，总唔行。梦想讲啊，我着病是困难，即摆从少年下起，收到无鸟哟，哦，收到无鸟。妈咪讲的，咱讲公平不容易输。我少年我讲啊，我从少年去病啦，安尼唔对。对，所以才讲收到无退休，也阁无薪水，也阁无请假。爱死死，啊哈！所以咱即摆用迄个咱这边讲的这个题目哈，啊，分做三段，再加分别的哈。Thank you.
观察，咱来了解，一件重大的事情，不是如何来看清楚的。那么自动方面，大家拢在自动来叫咱去自动动，但是拢习惯叫你做大，你莫去自动动，相信你就唔敢做啦，对不对？哦，你看这人家一样，哦，这就是紧张看的，好发多，这就把你搞过来，所以。咱就把这个事情，不是如何来去当清楚的，所以咱在讲一讲，咱今天的拢是菩萨显出的体来，因为咱所讲的嘛不离话，咱所存的嘛不离心嘛，咱所行的嘛不离路啊，啊，咱是大家的菩萨啦。对吧？哦，咱所以咱是那爱咱讲咱家己的身份，哦，也咱是那爱自己的，努力靠自己，那无努力无靠自己，都无办法啊。所以就说啊，很想看大家关注一下，今天我是谁？如今新闻，我是天在那发的。不连接也不行。
头家啊，今仔若无咧，所以金爱成分少点，啊银爱成分多，对无？你多，靠我多人真正来记得你啊。所以为着要完成咱大家人的使命，大家记得啊，按家谱，都是家谱的要求啦。咱个食苦是着咧食苦呢，所以就犯着无爱苦个呢，吼、哦。哎，难讲苦啊！我阿妹做，我阿妹人做健康，阿妹做好药啦，阿妹生产生产，哎哎哟！你阿妹做好药啦，你做好药啦。啊、哦！你刚刚咧拼你个事业，阿刚刚讲我阿妹，我着咧食苦，真个我阿妹要来做做，哎哟，要了他。哦，所以。方正唔得解个哦，不是所以为之嘅，所富贵嘅我，你好嘅就系你，话对话，你有迄个财，有迄个金钱、金钱，你也要用金安方帮助发展，所比肩，你好比肩，诶，较困强啊，较困强嘅人，你要安怎，我今天较重点嘅哦。咱就建议咱就问，咱太成功的较怕病的，硬硬啊，对不？如果面试的人安尼，干啊面试就去上公安部呢，但是就爱用金财，爱用金财，安尼来赚钱，那不好。就恁做种恁办的嘛，咱交点秘书啦，啊，拢交干事啦，也无是，无是的，就人到哪里服务的，来去接，啊，这是办来。啊！伊老是打国家，你也看我看我看呢，啊！这国家困难，啊！你这办法不行，都用安个不行，对不？所以，经常去对，看看各大平台，你去跟人家啊，就用啊，聊，要么就硬，要么就多啊，这个啊，这人家是个理想，但是其实啊，啊。啊，发什么料？这什么料？你那大料料，你别那个提出，做多钱？对不对？哦，啊，你多钱料？你别那个提出大料啊，所以大料，大料，哦，那就是大料，这个就自己大料，哦，这个料二，哦，这个，加一个就钱啊，啊，所以呢，你这个环境干的。大注意啊！哈，大家在那吃苦，但是吃苦也是啊！哈，所以当困难在遇的时候，心念唔通老是停留在痛苦所在。例如我在有真济人啊，在生活过程受了足济的苦难，遐个苦难啊，遐个念难苦多苦啊，哈哈，又头又贪。啊，这下啊，我师傅啊，是这样，安尼袂好势，哦，啊是安怎哦，啊是咱得在咧主要，是咱得在咧培训，咱得在咧安怎，哦，哦，啊是咱是啊，做好，安那咧，现在讲说你今天是有关关心他的家，咱咧家就咱父母，咱把人看咧家就。做解放军的这个状况，哦，就亲像我当年前，我阿去做兵啊，我阿当年是做兵出来啊，听到的啊，但是做兵了后，出来了后三年，他再的兵变做三年，他就调休，都调去空军，这样来啊，你也去吃苦呢，你若不去吃苦，反而袂过呢，何必去吃苦呢？嘿。他那边是什么？我当年前做兵呢，就爱呀爱出去，就怕你用火呀啊，爱做大做大，把把把把，就爱出出去呢。当你吃火的，那就贵的呢。你爱出出去的话，盐啊他不多，他盐跟他他的，该看多少就是咱啊。你不方便，不方便出家超，你不敢多。在专门不说，还还是保存，就是做饭炒饭，做啊，那里的哦，简单。
跟住咪啦，好啦，咱们交通已经简单一些。哦，咱分个地啦，哎呀，切瓜嘞，好油好盐好几多，跟住咪咧泡花水，嘿，叫叫嘞，嘿，他就慢慢地放松，简单把人归上面放松，好嘞啊，嘿，他今天叫人啊，今天干爷的口音干的，干爷嘞，好嘞。你得做文章，去做兵，回去表示，煮饭，啊无回去化解，对吧？做文章去做兵，化解无去煮饭的。但是这个做文章，咱是大老师的，好，大家就会给咱今天吃大家欢喜就回来，对不？啊，所以咱这次，啊，都爱客气的，你赶紧上桌啦，当起来哈，所以咱来。爱大家讲，也好，也可爱的时阵，听关注，好，关注好，换一个角度来思考，这是何咱活的，这是咧教咱的学生，哎，要么你想哦，一切都无代志咯，哦，啊，无有我的这人，看就无如此变，心甘情愿，愿意。哎呀，好，所以爱钻研啊，无论困难爱钻研，钻研好，对咯。当然咯，阿爷上天慈悲，有个机会好啊啦。哦，安尼吼，有个机会好啊啦。哎，上天看得到，他们出科技怎呢？但是老师讲，你当面学生，老师嘛唔该你科技，啊，你该学生啊，啊，不好啊。啊，老师拿重量，不管是这是咧考三级考两届，是咧考三届，不管是这咧考几，哦，这是很严重，对吧？所以咱爱是啊，但讲啊讲也好，并且也好，但是啊，如果因困境当前，可能这过来讲起来，哦，啊归属啊夜观啊有机会。所以保持天年无风无雨那个苦难中心情如故、所以空树安心的天年其实就在金川转农区的平安宫的边国了空树恭喜就业了去到金川转农区的人来看我讲的这些教育一定要转农区的用地主为天主天主啦，啊，主地主天主，做这个，但是控制一样的钱，这个多少钱，也是钱的主角，那钱就去了，啊，但是这么精彩嘛，我因为商量，所以就是调主导人才，啊，这么重视农作，好，恢复恢复，准备抗压，我都恢复，因为进。为什么我就是在面前啊面火了？而且面前面火，伊人面前端，你难讲面前个海端。但是个面前面火，带来到底变个方向，哪个海端？怕哦，掉哦，我用金哦，我用天哦，哎，然后掉，对吧？伊人讲，我都会哦，我爱都自己。这个人就变好吧，但是为什么那还安呢？哦，已经猪肉了哈，猪肉不接你的话，猪肉都无欢喜啊啦。哦，这个人就拍你，像我刚讲的，比较不注意你，比较不注意你。啊，你说不能这样，比较不注意。
怀疑呢，顶是救伊，都做遐济好代志，做遐济坏代志啊，安怎结果安尼？哦，孔子话，有啊，你知啊？哦，就讲子路啊，你是捌啊？你认为人家就必须啊？只有你认可的人，那就相信你。那安尼肯定较相信，伊就变故事，伊修养成啦。哦，你是也是必要的啊？你认为讲大智慧的人，那就会较重用你。那安尼古早时代，流亡的王子之间，伊就唔免是破法自心啦，对无？你相信是必要的啊？用心的人，第二个就是咱做个兄弟呢，那安尼宽容忘记嘛，免受点。这种事情，比如在老人家哦，第一感谢是必须的啊。那安尼王叔叔，伊嘛免负担。同王叔叔啊，关照的也比嘛是，哦，三个月啊，对方的感谢啊，来方的嘛，听嘛是个台面。好，你来讲。你讲哦，姑姑姑娘是呀，俺姐不小钱财呀。你那乖仔姑姑，那俺那你老是讲嘞，在矿洞里头，是呀，爹呀，姑娘，对我是不离的呀。呀，爹呀，姑娘，那个情况不错啦。呀，这个情况就俺那莫非，哎，我单独做都也无法度，那他呢？好听点嘛。所以咱来，你看咱讲，讲如果资金呐吼，资金扩大出来，如果不是条件，不作修缮，如果到现在啊，资金扩大出来啦，应该咱无气温缩节啦，哦，要足够第三个啦，扩大出来啦，如果啊，资金缩节，这缩节呢，所以咱讲。既然这个幽灵不离不离不空，那观众修得一点，不离困窘该死哦，那不咯？哎，这观众在修得一点个啊，不是说困窘的就是贪，啊，这个是贪欲小，对吧？来，你们这个吊住口，扛住，把它吊下去，怎么样啊？把它说恢复恢复。总是靠呀，我都会哦，体会之余处，也未怕，出口还蛮简单。出口高，不是金刀巨灾，人所不能容啊。哦，诸位都是，结伴的大啦，大汉人无法度人相认啦。不是合消见面，合哪？不偷哪人的，老怕的啊。合消见面，不住啊，那些都。请人家看看你啊，你的条件太严苛了。啊，真的，咱只能去相信，咱修完都，咱的一贯都哪卖讲时间到，大家都讲好心，全靠咱的福气办的啦，对不对？我昨天看在台呢，你那边多人不相信，你看，你看他们，你不看红的，你火不来啊？哦。我准备来干点吗？你看，你看，我准备点菜，我靠，我今天弄点菜。哦，我今天弄点菜，对不？哦，所以今晚就想，那年你出来做嘛事呢？所以，啊，你要干啥？我那边做好来，他接你啦，哦，做完差不多。我关注许多一些刚毅积极，何必纠结了两个人？关注这许多一些。看那亲戚的家己安尼念啦，这家己你修好好啊，他就修起连用，他就比较修好，比较修，比较修事业好平，比较修事业不利，对不？我们修起连用呢，就是那个思想，有中有高低，哪有一定切？这就完了，这啊，注意啊，这可能我们这样子啊，进行困难啊，我们两种高危的，都是。
傲气是有国的手，有助于今天推起的，安尼是在推的，安尼是在做。咱人要求的啦，这是国家的建设啊，国家现在都爱做，推起国啊吼，啊是啊是开展推的这个事业。哦，你讲起企业时阵啊，有国的是手的，不是罗宾的，不是伊哦，这个。你也是对的啊！哦，所以控制在讲现在对啊，现在还是制度讲的很好啊！哇，你这还是制度，你这是正常的呀！哦，好，处理都在，哦，控制到处理都在，我为你干，哦，我叫你给你个人，所以啊。正面的看法，也负面的看法有些吼，也主考加主考，这个看法有些啦吼。所以就是你要变个变咯吼，第一要平静，啊，平静，所谓平静是咱的本来面目，咱的用地咱用地，啊，咱的用地用地本来咱的用地用地都不错，哦，但是呢。天白一般生的不是的，哦，我一天天白一般生的，辛苦的来这个呢。咱要用上切速度来干预，无法度人一点点的。哈哈哈，本来就变成破坏修了嘞，虽然变成破坏修，安尼来安尼是得亏钱，安尼破破无法度人去干，那破的苦，晓得不？晓得哦。所以，哦，大事做一步。地基在这个部分啊，你那个地在用地，地基就是这个地在用地啊，在这部分啊啊，在地在用地用地呀呀啊，在地在用地，在咱经营中，咱坐在地基在这部分的部分啊，因为咱那边。既然你用地用地，你若不叫钱，你用地用地，尽管他不加你，啊，所以咱做起来做，所谓地也叫不钱，先有所产叫不是平的，因为你那个地地在叫不，地地是爱建筑的，啊，所以因为你的先有产叫，啊，你的本钱是平的，乖乖啊。心有所心闻，意性识的。你心内到的心灵心，你的意性产生，天意大啦。心有所思想，意性当然。你心有那思想的心，就是高妄心。也人讲的真好，大家安尼，安尼就讲看人在边路啊，安尼在边路，看人在在安坐，安尼在在，我讲安尼，人行过就知，行过就。好，安尼就是天时啦吼，心若有天时的心，温情光光。心有所爱慕，情牵连。你的心有爱慕的心，有爱的心，你的心是天作啊。啊，是伊用这一心温情去来操作，靠我们无限肯定，咱来考虑。咱考虑基础，所以咱。前辈些，还叫人讲，还过去的，在基础的时候产生的啊，所以讲过去所建仓，啊，就在产仓，如果产的，上个上未来的，哦，有的修未来的，我说，哦，啊，这里也是仓，好，所以清楚，再来讲，咱哪一些呢？你再去参与，咱哪一项再参与，咱的。发出来，天性，天性，啊，天性论，天性性容易，哦，咱来当一个来这个，万心佛菩提啦，啊，人间，他人间，哪一领导啊，叫他叫一套。Thank you.
看出时间嘛，哦，人讲天真是天规，天生是天规，啊，这个天规老表，哦，这样天规发出时间，啊，天规，啊，你就规定，所以来讲，天真是天规，天规，三界是可以，是天规是可以，啊，天生地老的话。今年富贵满山，啊，富贵是黄金高，气可不凡，这是这样的。咱今天这是嘛多，修为健康还好。你不是说不，但是你多难嘛，太苦难。哦，黄金多难的工作，你不多难变成金子，能过一关就破关，也能破出去啦。哦，今天我们不。当兵说话就蛮多的，哎呀，那个情绪哈，所以说先见破见基础一点，哎，会提醒，他的心脏有条件没啊？因为先有先有啥二，不啥二，基础一点，哎，叫做思想呢，这个心都是爱做正经的，对吧？哦，无论是工作里面，这个心都里面多啦，里面健康一点，无论是啊，而且讲修复。都把它搞出去，一些钱，搞钱人，人家不离婚，干啥？媳妇倒霉，所以你当时听的是这媳妇讲，啊，媳妇讲无这事情上个，事情上个这些错，好呀，好，那这媳妇，哎，做了不完咯，我这做了不完，对啦啊，所以呢，关系可以，但是别有哎。咱的事情，这个无听也无理啊，所以咱信，你看就是不离不离，不离，要离，欢喜，要离，欢喜来幸福。可能是那些破产的人讲怎样啊？给这个破的，事业，跟道德打架，经常安尼。当然，要离不离，道德打架的呀，给跟刀啊。所以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哦，安排啊，哦，安排，安排，安排，就是要有发展，安排适当的，适当的要公共哦，安排的，哎，政府干部的，那个是啊，啊，上到中央会困难，啊，安排，我们干部分析的发展啊，啊，政府干部我不是这样提议的。以前翻译那些字句话，所以这是比较古学不比较古呀，这是比较古啊，古学不比较什么？现在也就旧啊，哎，现在也就旧啊，话时代啊，现在改啊，哎哦，也是没人啊，也是爱改呢，哦，这是啊啊，所以呢，以前学不古学不古，古学不古，你可以学不他不好，还是爱抄。那个偷人啊，现在也无法的，你不去人家偷去，啊，咱叫发财红天嘛，你来去用偷的，对吧？所以政府不是你同时间贪嗔痴爱，啊，注意心，心不调，天天啊，缺，哦，不心不调，这款感情不调，心调不动，心向痴相爱。那些心哈，总是冒风的，你怕啥呢？不管你怎样子，哦，底下呢，哦，倒霉倒霉了没有？所以这心不常调，啊，如连心中不心，所以呢，思想，思想好发问，哦，满足感官的思想，精神不心，这个调出你不心，啊，安尼调调好，来。Gracias.
承担，阿弥陀佛来一切，给我来一切，对吧？所以呢，爱时时刻刻，每一个人爱尊重医生奉献的精神，所以千万不要把干阿弥，一个人卡住嘴啊，卡住啊，手啊，都安尼，啊，简单啊，哦，特别干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来奉献，哦。应该跟他服务呢，对不对？要那文化，公司老会谈，还是多种老师，那么几个嘛，能看多条，那么看好几条，看几条，对，那多条谈的呢，不但是看好几条，所以大家啊，大家人都开始进步，对不？啊，安尼，啊，一旦是社会，啊，是众生，不断的付出的爱心，付出点点。大家服务的，嗯嗯，这样，哦，服务，大家服务啦，安慰，这些事情，这些事情都做，以那个心怀啊，对不？啊，所以，啊，啊，时间，稳定，现在讲这些，讲点关键话，啊，我们家都是的，哦，啊，就是讲在国家，啊，就是讲在国家关系，我们大家都是说说，啊，就是讲这些，啊，那么在这块。在外加一点点天气，好，他说时间完了叫，时间到叫时间，马上过来，天气好办没关系，好，你再帮我大概两个时间，好，啊，就叫就可以搞，今天给搞，反正。Yeah.